时间，亲爱的，别睡。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啦啦啦啦啦，啦啦。快乐是一只小鸟。来，观众朋友们，咱们聊天吧，好吗？他们还写着呢。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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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你们说我是不是应该去染个头发呀？我最近想把头发染了。但是染个什么颜色呢？我没想好。想染个头发，好像跟以前有些不同。我头发得染个颜色，因为我头发最近掉的挺厉害的。您看，我就头发，上边这块，还有发髻前面这块都开始掉了，开始脱发了。我每天晚上就是可能跟我自己最近睡觉不太好，睡眠不太好。我每天晚上每天11点左右下播，陪我媳妇儿吃鸡玩两盘，玩到12点半左右睡觉。我在床上睡不着，一般要到夜里4点才能睡着。每天晚上都在想怎么收礼物，就睡不着觉。真的，我有时候半夜起来。我有的时候半夜起来，我看这个熊猫有一个主播排行，哎，主播排行有一个这个主播魅力榜，这个就是这个魅力榜就是送礼物多少的。你看我排28，我还没有桃子靠前，就顿时就觉得，哎，睡不着觉，睡不着。感谢绵绵快跑送的龙虾，没暗示，真的真的。讲道理，按照熊猫的工资，我应该是排在至少前三不说了吧，前5是应该的，但是排在28名，我感觉自己要炸了。所以掉头发，不但掉头发，还得染发，就没办法。
工资多少？这怎么能告诉你们？工资，哎，一天能开两次车吗？观众朋友们，一天能开两次车吗？你们白天送过一次的，晚上还能送吗？还能再开次车吗？感谢可可送的是一个龙虾，那个烤鱼，不能啊，哦，不是，跟二科人家都是送的佛跳墙好吗？这车票一个才60毛币，其实没多少钱的，60毛币，六七四十二。身价上不上亿，这都没不重要，你们知道吗？我要礼物也不是为了要钱。你们觉得我要礼物是为了要钱吗？不可能啊，对不对？啥可以干嘛呢？进游戏啊。我买不了房了，我已经买不了房，我在北京已经不能再买房了。哎，我以后直播的时候给米粒儿开一个投食系统好不好？那天他们跟我说开个给米粒儿投食的系统。然后那天我们在 GIC 开会的时候聊天聊到的，然后饮料说如果开了投食系统，米粒儿收的礼物绝对比我收的多。我操，太搞了！但是这个东西怎么区分呢？你们都是送我礼物的，所以。我不吃，我不吃。我们家零食挺多的，但不能老给他吃。戴子轩现在天天的吃饭可牛逼了，阿姨，我们家阿姨做的饭，他觉得不好吃，虽然说我也觉得很难吃，他就直接把那饭扔了，就说我不吃，我吃好吃的，就这样。然后他妈就打他。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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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去幼儿园估计就好了。他现在，我们家已经换了3个阿姨了。我们家给阿姨的工资还挺高的，但是我告诉你们，就是那种做饭的阿姨，总有。我们家现在的阿姨是成都的。成都的，就是四川那边，都说四川阿姨做饭好吃，没觉得好吃，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做饭好吃的阿姨。我去幼儿园。我去幼儿园家长都认识我。我去带我儿子去报到，好多人找我合影，老师都无奈了。好多米粒儿同班的家长，都是看我视频的以前，然后现在玩狼人杀，所以我不太担心米粒儿会被同班同学欺负。只要米粒儿不欺负别人就可以了。不信算了，这有什么可吹的？
对啊，没有，都年纪跟我差不多，最都是八零后、70后。那天开家长会，老师还问呢，说有80后请举手，70后请举手，我都没举，除了我一个90后，其他家长都是80后、70后。我们家那个幼儿园是公立幼儿园，700块钱一个月，特别好，特别便宜。跟家长要礼物，我操，你们是狗吧？真正的观众朋友们，咱们玩一个叫做刷竹子。抽房管的游戏好不好？咱们玩一个刷竹子抽房管的游戏好不好？马上开始了，人差不多够了。大家现在就刷竹子，感谢猪蹄小姐送的龙虾，我就抽一些房管好吗？我就随便抽了啊，任命管理员，别乱封人啊！抽到房管的观众别乱封人，你们就送一百的这个竹子，你们就送这个一百的这个竹子，别送别的，有10000也别送，就按照100送，这样几率大一些。没套路，这不是套路，这就是抽竹子啊。人命关联，我都不知道啊，我都瞎抽的。伊芙雷亚我认识啊，伊芙雷亚，人命关这个就是看运气了，看人品了，好吗？哎，送烤鱼的也可以随机抽，好吗？别光从竹子里面抽，送烤鱼的我也可以抽。不定期的各种抽。感谢绵绵快跑送的龙虾，哎，再给一个，对吧？送龙虾也有可能抽，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都有可能抽。啊，就竹子啊，什么？啊，你看这个送了11个烤鱼的，对吧？这都给个房管。我操！我是什么牌啊？开始了，开始了，我都没看见我什么牌，我操！我操！我没看见我什么牌。感谢清旭的龙虾，感谢大陆夏天的龙虾。等会儿，没看见什么牌，我操！等会儿，我操！我自己都不知道有什么牌啊！我什么牌啊？我就猜我是好人还是坏人？8牌发言啊，8号底牌是一张预言家啊。昨天晚上翻了11，11是个金水，啊嘛，11是一张金水牌，警徽流仅上第3张牌。我操！天哪，unbelievable！咱们12人开黑还能出现仅上只有3张牌的情况，那30里面出一张跟我对跳的呗？另外一张我翻掉好吗？另外一张我翻掉十，但是把它放在啊，就放第一警徽流。正好第一警徽流，我开个进如餐果顶啊！上另外一张是我好真人的不牌，知顶下道。就开3张狼人牌，那3张狼人牌估计大概率就会给他队友去冲顶徽了。所以，
然后我就把井上乱章给定义掉，好定义井下的牌，对吧？究竟两张还是三张？到底得看表情再分析。先慢慢聊吧，反正我第一个发言。那第二张警徽流打谁呢？第二张警徽流，想想看啊，打一吧，好吧，打一。第一张十或者三，十起跳就验三，十不起跳就验十，好吗？先十三或先十或者三，然后第二警徽流是这张一号牌，验十一是个金水，没什么心路历程，随便点的，好吧，随便点的，我是一张原价牌，就这样过了。其他其实也不太能聊什么吧，因为井下牌太多了，我不想一张张去聊过来。七就上号警是徽，饮料好吗？吗？上警徽发言过关，就保你什么算叫好七号人；是不是饮给我上警徽发言不过关，你可能就要吃我的烟。就是卖了，我底牌是张预言家一金水，为什么验一？我操，先点张加湿，玩死亡加湿卡，为什么验一？因为我最近拿预言家，基本上如果有一在场，我都会去验这个一，一是个金水，警徽流第一张先验十一，第二张因为这个十井上黑麦八号在这个位置说后置位哪张牌起跳。然后他去验另一张牌，那我视野中，我认为八号在这个位置，他不知道三十两张牌谁跟他起跳。我底牌是张预言家牌，那十这张牌我先放一放，总归我置于八十两张狼，井上总共三张牌，八十两张狼总会在这个位置把我摁死，好吗？十这张牌我先放一放。警徽流第一张验这个十，因为井上只有这么两个人，那这个位置我就先把八的金水验掉，先验十一，第二张随便留一留吧，先验十一，先十一再十二吧。好吗？一金水，在后置位，我觉得我没什知么，道我是真的狼没什人么还可是聊好的人，了。我他妈给我有他点上张死亡加湿卡，本来我觉得60秒基本也我够的了。衣服不是，我想想还能聊什么？前年在纪梵希那个专卖店里面买的，这件衣服都好几年前的款了，还好看。我今年也是没有买新衣服。我觉得这段时间过得一定很尬，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还能说什么，因为八在那个位置起跳，总归八是张悍跳的牌，对吗？就时间，就让时间慢慢的流淌。我底牌是张预言家，一金水，警徽流先十一后十二，对十的定义我也说过了，总归没有什么明面上的东西，我也猜不到什么谁那个位置像拿狼了，对吗？哎，我真的不应算该了，我点跟这你张实话加实湿说卡，了，这个衣服是一个当年女粉感丝觉送点这的。张加实卡把自己的面点的贼低。当时，那要不给你们唱首歌行吗？我给你们唱首歌好吗？我之前就是只。我找找。对，那时候我还在战旗直播，那个女孩是我榜一，就每天十把大保健，每天十把大保健。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请举手。你们要是以前在战旗看过直播的话，应该知道是谁。快乐是一只小天鹅。我是什么身份啊？我是他妈狼还是好人啊？去你妈的！先给，行，打赏。我操！哎，挺好的，我觉得以后我们开黑啊，咱们就上进的人。好人啊，狼人咱控制不了，因为我底牌是一张预言家，所以我只能跟好人对对话，就是队形拉开来，游戏玩着会轻松很多。要不然警上都上来尬聊聊什么呢？对不对？毕竟表现能力可能没有八号玩家这么出色。看了一下，点开了一下试票卡，一四六七四张牌不要了，好吗？四张牌不要了，三四应该是两张狼人牌。一六七里面可能开两张，对吗？我在这个位置，在没有听到给我投票的人的发言的情况下，我先把给我投票的人的发言都给
摘掉，好吗？五九十一十二，十一是我的精水，当然不谈。五九十二这张牌的话，我先让你们试好人身份。一号牌塞在那个位置，因为一是进了我的警徽流，我先点个加时卡，因为一是进了我的第二警徽流，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给这个三投票了。什么心态呢？我在想，我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分析一张一号牌？想一想，我不是特别想验他，其实我想听他发言，去听他身份，究竟是狼给狼发金水，还是那个？因为他首先进了我第二警徽流，他已经选择不给我投票，选择不相信我。那只要如果他发言，等会儿没有合适的理由，不像可以好人的逻辑来打我的话，那我就直接把他当成一三两张狼人牌，好吗？三四我是定了，因为四不这样骗我，那他就是这张狼人牌，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一的话先摘掉好吗？听发言我也不验你了，因为我已经抛了你一次警徽流，我再抛你毫无意义。我就把六七里面就六七顺验好吗？就六七顺验，六七里面如果三四两张狼人牌，一假设发言像个好人能拉得回来，那就拉不回来的话，我可能再去考虑验，对吗？如果发言不好，那验都不用验，直接当狼打。六七里面就六七顺验啊，六七我验一张吧，六七还能是两个好人吗？一定不可能。六如果是个好人，七就起飞。六是个狼，七在天底下表水，我就六二顺眼，因为二是一张七票的牌，这个局还有七票的，天哪，二是羊驼还是天使一样，没关系的，就六二顺眼，老子摆是一张冤家，十一是我的金水，三的发言其实我不太需要去打他，因为他一张加时卡把自己点爆了，对吗？我就不会，因为我是个冤家，永远给我800秒都可以永远给你聊下去，区别只是我想聊或者我不想聊而已。那三其实他的外出的几张狼牌他都不敢去点的。啊，其实无所谓的，我不打他了，不打他了，你们。哇，感谢清旭送的佛跳墙。我把这两张牌十一、十二全上给了这个八，我在想，我拯救一张吧，就是因为井上只有三个人，我也听不到你们的发言，十我多能认谢下清是一张旭好送人牌，的佛跳墙。我去拯救一下这个十一，我十一、十二我只留一个了，我再去验一下这个十一，如果十一能验出来是个好人，十二就真的你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至于五九两张牌，我再开一张十一，先十一后九。二这张牌我怎么说呢？哎，因为这俩猫我分不清哪个是剑十一，哪个是羊驼。二在这个位置选择了弃票，我觉得总归一张狼人牌，井上只有两个人的发言。我如果有一感张他的谢队友牌，我不认为二在这个位置会选择弃票，大且这爱个女票型已经是王啊！四比四的是一个的，票型了，所以二这张留牌我也下，想先放一放。多谢多谢。警徽流先验十一，再验一个这个九。我想想，五九十一十二四张牌上给这个八，那总归这局拉开架势打，我觉得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说的了。上给我票一，我金水四六七三张牌，总归盘出狼也不是我盘的事儿，而且我认为我们这个局里应该不会第一轮就有这种倒钩的票出现，好吗？我底牌是个预言家，验了一是个金水，警徽流先十一哦，后大爱九。你妹妹，至于八感在谢那大个位爱置，你妹那妹，你们听八去对我金水的定义是什么？八在那个位置聊说这个一我到底验还是不验呢？怎么怎么怎么样？那总归八的视野里，我认为八的视野里是默认一是张好人牌的。他说一在他的警徽流里面又不给他上票，因为他对你们去听那个八对一的定义是怎么样的？你们去听一是不是一个好人牌？对吗？我是张预言家，警徽流改一下，先验十一，再验这个九。我觉得二十二弃票不像张狼，十在那个位置，如果八十两张狼，井上直接能砸死我，好吗？我底牌是张预言家九。快乐的池塘里，它有只小青蛙。我发言了，首先我是张好人牌，我认为我先说一下，我第一轮投票给了张三，听完 PK 台发言之后，投票给了张八，
说下第一轮投票给三的理由，因为我认为 KS 起跳他的视角在我这里有一点点像悍跳狼的视角，因为他开口发言，他说三十里一定会出一张跟他对跳的。而骚没有去想这局在井上只有三个人上井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是一局怂狼局，对吗？这是八号玩家起来发言的视角，所以当他说出三十里一定有个对跳的，他说他的井会流就咽不跟他跳的那一张牌的时候，我认为他有一点点像悍跳狼的视角，因为在我的理解来看。就悍跳狼是知道后置位一定要出另一张预言家，而真预言家是会考虑后置位有没有人跟他悍跳的。这是我第一轮后面听到三的发言，也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然后就把票投给了三。这是我第一轮投票给三的心路历程。PK 来发言，我认为三聊得很差，对吗？因为你三，首先你对于你去打八的点，你说八对于你的精髓一号玩家的定义是想不想去验，或者说听一听他的发言再去验，再去定义他的身份。而你拿这一点去打的八做不成一张预言家，而你三号玩家自己也偏偏对八号玩家的精髓，十一号玩家也是这样的态度。你说十一号玩家我要不要抢救你？算了，我还验一验你们，对吗？也就是说你打八号玩家这张对立面预言家的牌的点，完全可以用来打死你自己，所以我认为你是一张狼人牌，就这么简单。这是我变票的全部心路历程。那我认为井上 PK 来发言不太可能听错吧，因为说实话第一轮的发言我认为从心态上三偏好一点点，就我刚刚说的那一点。第二轮发言我认为三把自己给聊爆了，对吗？就这么简单。我是张好人牌，那给三投票的两轮投票的五，感谢苏布回来我开票。那个第一轮是我一六四投的这张三，那五也是张变票的牌。多谢多谢。哎呦我的天！多谢多谢。那请五号玩家好好聊吧。然后四和六还有一三张牌，第一轮投给三，然后压手的，我听一听你们聊好吗？我三好人牌目前占变八，因为我说 PK 台三号玩家的发言不是一张预言家的视角，你去拿你打别你打你心目中悍跳狼的发言，逻辑完全可以用来打死你。所以这个七是个狼吧？我先点张加持卡，就是这张七号牌聊的心路历程跟我真的蛮像的，是因为井上第一张八的开口发言的时候，他认为三十两张牌有一张会跟他对跳，他的井会流第一张去翻掉这张另一张不跳的牌的时候，其实在我的视野里面蛮奇怪的，所以这是我井上第一轮投票去投给三的逻辑。但是第二轮 PK 台发言的时候，三号玩家，你第一天的井会流，你在井上发言的时候你是十一十二两张牌，但是在井下投票在 PK 环节投票的时候，你去定义这张十一号牌，认为十一，如果你这张你觉得十一十二两张你总会留的牌，你更想去拯救这张十一号牌的时候，我认为你的视角不太对。因为十一这张牌作为一张八的金水，其实我觉得在如果说第一天总会留到十一身上的时候，我觉得算是给十一压力的情况下，你第二天对于十一十二两张牌的，你如果你认为十一是张好人牌，你要打死这张十二，其实我觉得不太好，对吗？因为十一这张牌毕竟我觉得第二天其实在我视角里面，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拯救他，因为毕竟第一天的警徽流你原来留到十一上，但是这不是我打死你的一个完全的逻辑。完全的逻辑在于这张七号牌刚才聊的一点，就是说你三号牌对于八号牌对你金水的这张牌的定义我觉得不太对。你的发言告诉我一号是一张就是你的发言告诉我一号跟你三号是不见面的，但是我不确定一三到底见不见面，所以你给我们的那个发言就是觉得说一跟你三不见面，所以我这个位置我第二轮投票去投给了八。总归八第二轮的发言，说实话八第二轮的发言我只听到了一多半，因为刚接了个电话，但是三的发言在我这块不太满意，且八的那一多半发言在我这听下来还不错，所以我第二轮去投了反票，投了一票八。哎，但是这个票型真的很奇怪，对吗？第一天是一四六七上给了这张三号牌，五九十一十二去上给了这张八号牌，但是到了第二天这张五投了个反票。我认为我跟七的心路历程差不多，我认为七这张牌暂时我觉得还可以保一保，所以我想听听五第二轮变票的一个心路历程，因为我认为我第一轮如果投票我是投三的，对吗？所以我对于五这张牌还是想听一听，好吧？五这张牌听一听，二这张牌是两轮压手的一张牌，我也想听一听心路历程，好吗？我底牌是张好人牌，我暂时可能还会先站边八，但是我觉得你们第一轮有去倒钩，第二轮就冲票了呗。第一轮我觉得八发言比三好呀，第一轮八其实说的没什么毛病，
去验那一张没有跳的牌也很正常。他验那张没有跳的牌，如果是验到一张好人的话，那确定是，就是确定是有三狼在井下，那从井下去翻吧，就从投票里去拉开队形去找。我觉得发言没有什么太大毛病。反而第一轮三号玩家，你们觉得他聊得好吗？尬聊了半天，这是我第一轮上票的原因。但是第二轮的时候，我觉得八，也聊的就那样吧。而且我觉得三号玩家说的十一，去验十一，觉得十二这张牌基本想打死了，也没有太大错呀。一跟十二这个位置，其实我本来觉得，就是三号玩家，如果你是一个预言家的话，你的视角应该。八这边呢，首先是一张悍跳的，他给的十一，如果你验了十一是一张好人的话，那十二这张牌在第一轮就你跳之后，我觉得就还我就变了一票。我觉得第二轮 PK 的时候三发言还行啊，所以跟你们听的不太一样，反而觉得在 PK 的时候八号玩家聊的并没有第一轮好。反正啊，我不知道，我现在不知道你们是冲票了还是好人，还是你们第一轮看了票型之后觉得第二轮同伴聊得不太好，所以去变了这一票。所以我会就是说，对于六号玩家以及七号玩家的解释在我这并没有很说得通，而且你们都要听我发言，有什么好听的？你们觉得你们投对了，那我就得是狼啊，对吗？狼给狼同伴上票，你们有什么好听的吗？你们想听我的发言，让我觉得你们其实身份并不太好。所以六七在我这儿并没有完全排了，我不知道现在自己是投对了还是投错了，我会听完。我呢想先表水，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个你们信不信，因为啊我之前一直在要礼物，我点了个准备之后我也没注意自己手机，当我回过来看自己手机的时候，已经进入到那个上井阶段的最后几秒了，然后我点上井也没来得及，所以我就在井下了。所以说我现在我是什么身份我都不知道，我点了那个设置，我点完那个设置想翻翻看有没有队友，我点不了，就点完设置他不弹东西。我知道这是场外啊，但是呢就是我自己我都不知道我是什么牌，所以我第二轮我压手了，我没有，我选择弃票，因为我确实我不知道我自己是狼还是好人，因为我怕我是狼，这个局我要是狼，我肯定就冲锋了，因为我现在听得出来，我感觉谁是真的预言家，谁是假，因为我大概能够感觉得出来，但是我就滑一轮，我希望女巫呢别赌我，没准我是张神牌，我都没看见自己是什么身份的，我现在点下面那个东西也卡住了，我不知道是为什么。这轮呢我准备就滑过去了，因为我确实真的没有看见自己底牌，因为我玩这个游戏我一定会尊重自己底牌，我万一明天晚上啊我看见我自己是狼人，我就跟我的狼同伴站边，我万一看见我自己是好人我就点个四狼，我觉得我现在我也就不保人了，我也不去点狼了，我就先过了好吗？因为我一定是不知道自己身份的。如果我这轮是狼，我只能说，到时候我跟我狼同伴道个歉。如果我是好人的话也无所谓。我感觉啊，我这盘应该挂身份。我觉得我不是张平民，但是我绝对没买身份。我觉得我应该不是张平民。我觉得我应该是张飞狼祭神的牌，因为我听了差不多一些人的发言，我觉得平民有点多，因为这个七五六七里边，我觉得啊有一狼两张民，所以我觉得我不能再是民了，所以我觉得我非狼即神，但是我觉得也不用来验我，我晚上看了牌该怎么打就怎么打，我不是瞎玩，因为我确实是没看自己牌，所以我没有办法，就是在这个第一天的轮次里边。跟谁站边，所以三八里边你们随便出吧，好吗？这盘我要是好人我就跟好人道个歉，我要是狼人我就跟狼人道个歉，好吗？过了。
我稍微解释一下吧，因为也遭遇了一些信任危机。我底牌是个预言家，总归六七两张，第一轮上票我的牌，第二轮打我的点，这样我这样解释一下吧。我底牌是一张预言家牌，我验了一是一个金水，在这个位置八号七号玩家说我的是能我拿八对一的定义，能这一点反过来也能打死我三对十一的定义。井上TPK 台的发言，八对一的定义是，一号玩家，我这张牌到底要不要验？你在我的警徽手里怎么怎么样？他是这么聊的。我说我对十一的定义是说，我说十一你是八发的金水，你这在这个位置你上票给了八，我再验一验，如果你是张好人牌，我看看我还能拯救你一下。可能是我有一点着急，因为说实话，八号玩家其他发言的点你让我挑毛病，我确实也挑不出什么。因为井上两张牌，你们打我的点无非也就是这个心态的问题，可能确实我打的着急了一点。我认为八对那对我在我一张预言家的，我底牌是一张预言家的视角，我认为八在那个位置对一的定义实际上是偏狼的。但是我去告诉你们八不是一个预言家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底牌是张预言家，但是因为你们不信任我，所以我得就是我要想办法通过我自己的视角分析告诉你们为什么八不是一张预言家。但你六七两张牌总归第一天是上票给我的牌，这个位置选择去拿这一个点打我，我就对你们解释一下，如果你们是张狼呢，感谢你们第一天来打倒钩，第二天又回去冲锋了，那是狼就当我没有解释。如果你们是好人，我希望你们能听懂我的这个解释，因为我在那个位置我对十一的定义是，我说如果能验出十一是张好人牌，那在这个位置十二这张牌那我可能拯救都不想拯救救了。然后五号这张牌是第二轮唯一撑给我的一张牌，就是这张牌我也不可能去聊，对吗？也是张好人牌，虽然第一轮五在那个位置出了匪票。然后歪哥这张牌就是我就当没有发过言吧，这个位置我也没有办法去说，因为井上我认的十是张好人牌，一是我的金水，那讲道理二这张牌还是得进入我的视野，因为八九十一十二九十一十二三张牌是九十一那个第二轮十二号玩家在那个位置弃票了，所以现在认为八九十一大概率是三张狼牌，我底牌是一张预言家，我认为二十二这个位置，因为其他的位置我不去盘的话，我在重点。首先啊，我跟好人道个歉，原因就是什么？就是你们发言的时候，我出去取外卖去了，所以没听到发言，所以我选择两轮压手。但是我知道我跟四号歪哥不一样的是，我知道我底牌是什么，所以呢，我就在听完你们一圈发言之后，我会投出我公正的票。首先说一下吧，就是你们告诉我八验的十一是张金水牌，那我想问问八号有没有讲一讲他为什么去摸十一，因为我觉得一个预言家应该聊一聊自己的心路历程。然后你们告诉我三十一的金水，那么就光从就是验人方面呢，就是我自己揣测他们的心路历程，我觉得可能三预言家面大一些，毕竟三一验一，我觉得是有验人的心路历程，就算不讲的话，他也会比八去验十一去高，对吧？那如果你八十张预言家牌的话，我希望你一会儿去聊聊这个东西，因为你们前这位发言我都没听到，然后紧接着不是井上的发言我都没听到，然后紧接着井下的话七说去七，首先我说一下变票的吧，变票的有三张牌，一张五，一张六，一张七。然后五起先是投给三的，不是五起先是投给八的，后来又改投三，然后不是五是投给八的，然后后来又改去投三，然后七和六是投三的，又去改去投那个投八了，对吧？所以六号和七号他们说是所谓的什么心路历程相同，解释什么七号说到六号心坎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就打个比方，就说六号七号是绑定的身份，对吧？基本上是可以这字的，而且我觉得六号的身份要比七号低，这是我理解到的。然后后置位的话，其实我们完完全全可以听听一号和十一号的发言，因为十一号是连着两轮撑给这个八的，一号是在第二天弃票的，对吧？你一讲讲你为什么第一天就要撑给这个三，第二天后来又弃票了，对吧？那你十一讲讲为什么你两轮都撑给这个八，你觉得八验到你底牌是张好人牌，你觉得这个他没有讲任何心路历程的情况下，我不知道有没有讲，如果讲的话你就说一下，就是没讲任何心路历程情况下你为什么要去站边八。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因为第一天的队伍就是拉起来干的，然后第二天好多人都弃票了，好吧？我大体的话我今天可能先会去，你没那么重要，你去站边一下这个三，对吧？三
我发现能听见吗？能听见我在点加入卡。就这么说吧，二的发言我没听到啊。我第一轮称票给，先说我第一轮为什么称票给这个三，就是因为我觉得三那个发言一出来，他是个预言家，他是个狼，他都应该一票吃不到。就那么一大段漫长的空白，你告诉我他是个预言家，一定我觉得没有人会投票给他。他是个狼，就是狼队一定勇敢打冲锋了，就他如果是个预言家，对吗？那他如果是个狼呢？狼一定不敢称票给他了，听到那么一段漫长的空白，对吗？我觉得狼肯定会去打倒钩，那我就友情的称给这个三一票，结果那个票型出来我惊呆了。就是先说完三八第二，所以我第二轮压手了。就是他们 PK 台上发言其实我没太仔细听，我就是单纯的觉得那个票型出来我这一票一定是撑不上去了，我没想明白三怎么能吃到那么多票。然后就他们俩第一轮发言给我不好的点就是在于三，就是八这张牌第一反应给我是他对井下的牌不在乎，他觉得自己能吃到井灰，他还要去验井上那张牌。就是你一张预言家牌看到井下那么多张牌，第一反应应该是无论井上有没有跟你悍跳那张牌，井下至少出两到三狼，对吗？就是你很，因为狼是有团队的，你很有可能会吃不到那张警徽票。他没有这个态度，就他完全不 care， 就是他还要去验井上那张牌，给我的感觉非常不好。结果三到这个位置，他对井下的牌也非常漠视，就但起码三还留了十一十二两张井下的警徽了，我觉得比八稍微强一点，对吧？就是这游戏我想站边三打好吗？之前这边没有一张牌，除了这张五告诉我，就没有一张牌告诉我你们明确的站边，都是要再听听。到我这个位置我说我站边三打好吗？因为我底牌是一张好人牌，这个四说他自己不知道自己什么身份，就三底轮吃到的票嘛，我这么跟你们付。然后六七两张牌全部变票了，就给我的感觉是六七真的，就至少六七像狼，我只能这么说，至少开一狼，很有可能是两狼。给我的感觉，第一轮因为三那么一段大段漫长的空白，他们觉得就是他们在狼队的视角里，可能他们觉得三一定是个。其实没有关系，我是一张猎人牌，二是个狼，三是个狼，一可能是个好人。所以应该九十五是个狼，二三五是三个定匪。今天先出三，然后九十里面一直验一张，好吗？因为首先你们井上前置位，因为我很奇怪的是三在井上第一轮发出了那样的言，井下的我回忆起来票型居然是一四六七先置位，我认为的可能好人面特别偏大的人去投了三，你们是怎么能投出去这个票？首先三号玩家他在井上的发言，他说的是一号是他的金水，他的井灰流是十一十二顺验，对吗？那这个游戏就你带我们三个人玩，其他人都不玩这个游戏了啊，十一十二验完了游戏结束了呀。不，这能是个预言家的视角吗？我是个枪，我现在明确的告诉你们，二是一张狼，三是一张狼，五是一张狼，五是井下冲票的那张狼人牌。不是，因为先主委你们所有的人投三的人就这个五，对吗？五是不站边的，因为他认为先主委六七的人不打他，所以他就认为自己是一张好人牌。所以我明确的告诉你们，我的视角里面三一定在悍跳，好吗？我是一张枪，我今天带票出三二三五，五吃毒，二都可以不吃毒，好吗？五吃毒，因为五是第二轮冲了撑了三的，我是个枪，今天九十里面验一张，好吗？九十里面验一张，我觉得游戏应该大概结束了。因为十一是你的金水，我是一个猎人，七投了你一票，六投了你一票，哪还有位子呢？就是二三五九十五个位子出四了，对吧？没有别的了，好吗？因为第二轮他三连四聊都不敢聊的，对吗？他说我当四没发过言，不是人家我，因为我刚那个时候四发言的时候我退出去了，我不知道 JY 发的什么言，但是我认为你如果是一个预言家，你是听到他发言的，对吗？你有验人功能，你可以去验，对吗？因为你的底牌是可以验人的，所以今天我就投铁了，我是张枪，我要带票出这个三二三五九十五个位置出四了，好吗？啊，你不是认八是个预言家是吧？我是他的金水，我是杆枪。
三号玩家，就我不管你怎么弄，我是站边这个八的，因为这个三在井上的时候呢，他一开始的时候说这个一是他的金水，但是他聊到最后六十秒，然后那个死亡加时卡中间一直都在那里干嘛？他对这个一都不对话的，这个一是他的金水，在井下他这个一他完全没有任何的那个，然后他象征性留井或者留这个十一，哎，三号你第一天认识我吗？你留我干嘛？哎，我是的八那个留的那个发的那个金水，你要留我干什么？你验了我是个好人，你就会回头吗？就我这个铁头绝对不会回头的，我不信你是个预言家，你这轮发言就更差了，而且你 PK 台你还要去留我这个十一，我觉得就不对了。我觉得五的问题是在哪里啊？五你说第一轮有狼在倒钩，第二轮狼在冲锋，那你觉得第一轮三的发言跟八的发言三超到那个程度，有必要狼去倒钩这个三吗？那第二轮去冲锋，你的意思说第一轮投给三的有倒钩是吗？那你去打谁呢？一四六七谁啊？六七是吗？然后去冲锋了，那你去打死这个六七啊？你也没有。而且如果你真的是个好人的话，那你在那个位置你是不是一定要死站这张三的边？因为只有你一个人投给了这个三，你要为大家为个三来耗票对吗？你什么都没干，我觉得你个五的发言也不好，而且盘都不对啊。我觉得三的发言第一轮一定轮不到狼去倒钩的。那我觉得反正你八四个预言家，我是你的金水枪，你归这个十二也可以，然后你出三吧，我不管你十二，我觉得三不是个预言家。八厌我的心路历程，他说他随便点的呀，至少我觉得八比三要轻松很多。三在井上第一轮聊天，在我觉得这边觉得真的是已经紧张到爆炸了，就我觉得小跳蛙这把肯定不是个预言家，我不在你的边。而且你们去看票型呢，我是杆枪，我已经亮在这里了，我今天可以请这个十二号出局，但是我站边这个八，然后九号的发言从头至尾也就是只有我跟九号两张牌在撑这个吧，要么你们把我九号跟十一号都打死，不可能对吗？因为我十一是张猎人牌，觉得发言我会再去听，好多人都在弃票，那我觉得五不好，一不好，一还要去站遍这个三，我觉得一的那个发言我也认不下来，这轮就六七反而还好一点，反正我是站这个八的，我听你十号发言吧，八号你归十。不是，就是三呐、啊，出十二啊，就一定出十二。你管他十二是个冲锋还是个阴阳倒钩，对吗？你还能跟我说你站边这个八，然后你可能要出三，对吗？就出十二啊，对吧？就是十二，你要是张枪牌，你站错了边，对吗？你站错了边，你就为自己的行为买单。其实井上的八的第一视角，我是不想认下它是一张预言家牌的，跟六七的逻辑是一样的，就是一共三张牌上井，他起身第一句话告诉我三十里面出一张跟他对跳的牌，他要翻掉另一张，对吗？就是在八发言之前，我底牌是张好人牌，我看到只有三张牌上井，我想直接放手的，但是听了八的发言，我放不下去这个手，对吗？我想井上直接给这个三号票的，因为他的视角一定出问题了，他告诉我他要翻井上的另外一张牌，这游戏你盘三张牌上井里面有两张狼人牌一定不对，对吗？但是因为我井上黑麦，对吗？我井上 PK 环节的信息我是缺失的，我掉线了，对吧？然后这轮就是歪哥，我想知道你真的是张什么牌，对吗？这张四号牌你们全场不太敢聊，但是我觉得这张四不好啊，他告诉我他是一张好人牌，对，不是，他说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底牌，但是他知道谁是预言家。这游戏当你不知道你身份底牌的情况下，你是不是首先要先把自己当成一张好人牌打，对吗？哪怕你是个狼，你也要自己去打一打倒钩吧，对吗？你说你不愿意去打倒钩，你不想就在不知道自己什么牌的情况下发出这样的言，我觉得四不好，一不好，对吗？就是这轮肯定先出这个十二啊，对吗？十二是杆枪，你不用带这个十一，对吗？你直接把八带了，因为你自己站错边，你站边八号票出这个三，八的金水十一号跳了杆枪，那你是枪，你就开枪带走这个八，对吗？女巫晚上直接把这个十一闷掉，轮次还够，对吧？出十二就看十二能不能开出这一枪，对吗？十二开不出枪，不管三八谁是预言家，第一天稳走一狼，对吗？你八也只能归到十二号头上，因为你的金水是杆枪，你归三我一定不跟你票，对吧？就是这么简单呀。就六七的事儿，我觉得没那么多可聊的，对吗？前置位我最想聊的是这个四，还有一的发言告诉我他像个狼，好吗？先出十二过了，我归十二，对吧？为什么要先出十二？
不是，这游戏都不很简单呢、啊，这个游戏对吧？歪哥，你们自爆键有没有？你心里还没点数吗？歪哥，四号玩家，我教你怎么认身份。左上角有没有自爆键？还没点数吗？对吗？我觉得四号不太像狼，四号不太像狼，就是你们告诉我，七号玩家告诉我，是个预言家，就一定要。你的那个逻辑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是不是个预言家的视角，是因为他默认有可能井上没有悍跳，他默认井上有悍跳。那我问问你，那我给你再讲一个逻辑。那第一天，假如说我八十一十二还有一张牌我忘了投给的那个八，那正常的预言家视角是不是得把我们先给认下来？这就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预言家的视角啊，预言家，因为他觉着狼人不会不悍跳呀，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预言家视角。你七号打六号那个逻辑点，我觉得不，七号打八号那个逻辑点不对。然后这个三啊，谁这个我跟你说，我从来不弃票，哪怕会投错票 KS， 请认准九号标准头像好吗？不要跟二号那个盗版货还他妈出去，哎，为了弃票不敢站边，为了甩锅告诉我他要出去拿外卖好吗？然后告诉我三燕一有心路历程，有个三燕一有什么心路历程？我给你重复一下三燕一的心路历程，因为一在场，所以我必须燕一，这就是我燕一的心路历程。你告诉我这你妈也算心路历程，兄弟？嗯，那跟这么跟随便点的这个心路历程，我觉得也差不多嘛，对不对？今天先把十二飞了，我觉得十二。肯定不是把枪了，对吧？如果十二我操是把枪，十一是个狼，他何必起来拍十二呢？且枪牌都号票归三了，对吧？所以说十二肯定不是一把枪了，拜拜啊！我不知道你在干嘛，剩下的呢就不归我去盘了。这个十二六七，我觉得我跟你 KS 说，我因为我现在认你冤家，我觉得六七要出一张狼，你看着去验一张，我觉得六七存在验一砸一的关系，就是验出一个好人，另外一张直接出局，我觉得是这种关系好吗？其他发言有发言，估计狼应该就没了吧，对吧？应该就没了。十二今天一定先出局，对吧？因为我进水跳枪，十二发言发了言，大概发了20秒钟之后，我就跟我的观众说，十二是一张阴阳道怪了，不是？你怎么喜欢对神斗士、圣斗士使用同一个招数啊？不太明白。你这个发言不是脸上写我是狼三个字吗？起身二三五三个狼，那你留他二五怎么就是狼了嘛？你说说你第一轮为什么投票呀？第二轮你说了第一轮，那你别说第二轮为什么弃票？我的票系统也不能看错吧？你第二轮弃票，今天先把十二出了，十二没什么好聊的，一定是一张狼，对吗？三我也不太想打，有什么好打的呢？发言跟炸了没什么区别。这你妈不出三出十二的，六七里面你认为都好人啊？菜逼凯斯打的是八九十一，那我八和 B 给十一发，今天就 K 九不发不就行了吗？你聊也聊不出什么东西来，对前追这个四你也不敢聊，没关系的。四今天如果但凡，哎，完了，四今天一定投票投十二，十二不玩这个招数的话，那给四施加一点压力，那么四如果投票给我八，就请你如把他堵了。四如果投了三，那请他晚上看看自己到底是个什么，让他明天再去聊。因为四没有告诉我他为什么第一天投给三，他光跟我说他不知道自己底牌是个什么牌，不知道该用什么角度去玩这局游戏。那也就是说你狼也不准备倒钩的了，那我给你机会，今天投个十二出了，我验身了，把这个一给验了，把这个一给验了。我认为九聊的像个好人，我认为十也像个好人，十一是我的精髓。我认为右边可能真的只开一张，左边要开三张，十二是个狼，六七两张牌里面我也是定义可能会出一张，但我觉得六可能比七更像狼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六在那个地方聊了一个票型，很多余。你的心路历程不跟七一样吗？那七底牌是个好人，为什么不聊个票型呢？他投了票，相信我八是个预言家，他是不是总归得暂时信？因为或者发言他听不到。那你六聊那个问题，我就觉得你的狼面比七要大。我认为二是个好人，五不定义他一定是一张狼牌，因为五第一天给我上票了，他是个狼，第二天给再给狼队友冲锋也不一定。二五里面就算要开狼，顶多开一张，我把这个一给翻了。我认为狼应该是一三，我先把五放出去啊，一三六十二，好吧，我觉得一三六十二，我觉得可能是这样。一三六十二，凭什么保我啊？今天把一给翻了，一没时候太聊，他聊的说什么心疼三，最后还硬要来打我八。
不是，我是个平民，真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墨之位，我觉得限制位可能狼有些或多或少的其他的操作，可能最后一票会弄那个八，所以我就跳了一张身份牌去耗票，因为我认为我的狼坑找的是准的，所以我就大胆了一点，跳了一张身份牌。十一号玩家，我认为八号玩家不是，哎，凯斯，你这么想，因为我在成都用阴阳道沟弄过你一次，对吗？你是守卫，我跳了一张守卫，所以如果我是狼，我一定知道你是预言家，对吗？我还会再用同样的招数这样去弄你吗？一定不可能，因为我们上一次玩就是我那样弄你，对吗？所以你要想，我是个平民，我干嘛两张预言家对跳外追投个平民？哇，哎，不是，天黑请闭眼。这个反应顺序，一是个金水，一是个金水牌，十倒牌了，三四十二五，因为首先我说一下，十二一定是一头狼走的，因为他认了平民，对吗？他的遗言认了平民，他认你八是一张预言家牌，但是他那轮出票的时候是投了你八的。对吗？我记得很清楚，三四十二投了你八，说十二号玩家是一张狼人牌。那么这张狼人牌再跳了一张猎人，被后置了一张，金水猎人牌，拍出局的那一瞬间，一定不会选择去倒钩，对吗？所以他投的八一定是个真预言家。那你三一定是个悍跳狼，那你四跟着三去投这个八，你四一定是个狼，对吗？我不知道三为什么没有吃毒，好吗？我三号人牌，那一是个金水牌，三四十二，其实我觉得六还行。因为我能理解他，他线下局跟我们玩的时候，经常会就是很莫名其妙的那种操作，就是一会儿投这边，一会儿投那边，对吗？我曾经见识过他四轮站四个预言家的边，但是最后还能赢，对吗？这是我很佩服他一点。我觉得还行，至少他说他跟我的心路历程一样的一点，我觉得蛮真诚的，不像是他在编。这个五，因为你八号预言家对五给放下了，我不太觉得能放，因为五号玩家。你的发言我没有，说实话没有太理解你的逻辑，对吗？你认为三 PK 台发言比八好，所以你去投了三，但你又不认为你站没站对边，对吗？你如果认为三 PK 台发言好，那如果他是一张狼，狼队友是不是大概率可以给他冲票？那你认为他发言好的情况下，他又只吃到了你五号玩家一张票冲票，那你认为他发言好的情况下，他又只吃到了你五号玩家一张票，而你五号玩家说自己底牌是张好人牌，那你就应该认三是个预言家呗。对吧？因为你认为三发言好，如果他是狼，一定会有除你之外的别人，他的狼头慢投他票，但是票型只有你五投他，所以我认为五你在那个位置说你还分不清三八，谁是预言家，你站没站错边，我觉得你不太好，好吗？总归没关系，今天先出三，那一是个金水牌就是个金水牌，感谢第一天十二号玩家帮我们看清形势，我认为九是个好人，虽然你打了我，对吗？因为你说出那一点，十一一定是个猎人，因为十一如果是狼，不可能再前注一张猎人。哎，没错，十二是一张狼人牌走的。那十二为什么在末置位？他一定是要铁出局的一张牌，他去投一张预言家牌呢，对吗？我认为十二是个狼，八只能是十二的狼队，对吗？我认为十二是个狼，八只能是十二的狼队，十二只能是八的狼队友啊。七号玩家，我认为
我有点想站三那边的原因，是因为这张十二号牌的号票，因为十一在去出十二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十二是张定匪牌。如果十二是张平民牌的情况下，先不，我不盘十二是张平民牌逻辑了，是张平民牌，反正这个游戏跟我无关，对吗？总归我认为十二是张定匪牌。那你告诉我，十二是张狼牌的逻辑下，他在那个位置，他一定会全票被打飞出局的一个情况下，他那个位置干嘛要去投一票八呢？我认为八只能是个狼，这个逻辑好吗？就是我跟十一号聊一聊，因为九十两张牌在末置位的发言告诉我说，这张十二号牌是一张狼牌，那十二去站边八，他们就不丝毫盘一盘十二这一张牌是一张帮狼队友冲票的牌吗？十倒在夜里是张好人牌，那十二如果是张狼牌，我认为九的发言他也不去盘这张十二的目的是什么的情况下，其实我认为有可能是八九十二三张牌，十二末置位跳张枪，但是不成想十一是张枪牌，对吗？所以我觉得十二在这个位置，我觉得是像跳枪帮他的狼队友去打山洞，所以我在这个位置我有点不太想站八的边，因为没跳玩家你说了这个游戏我四天能站四个预言家，对吗？但是我认为今天听完发言之后，我觉得我有点想站边这个三，因为八总归给一发张金水牌，一那个位置昨天是想去站边三的，且我认为三昨天对话六七的语气当中，我认为三像张预言家牌，因为我认为他在认真听发言，对吗？这张八号牌我觉得对于一张未知身份二号牌，我觉得二号点出了你八号，这你虽然井上聊了为什么，但是作为一张未知身份二号牌，你八号牌不想对二号牌解释一下为什么念十一的这个逻辑，我觉得其实如果作为一张预言家，我觉得有点不太像听认真听发言的表现，所以我这个位置有点想去站边这个三，好吗？我再听一听这一轮的发言，总归最后投票可以，对吗？一是张双金水，十一是张枪，两张好人牌在末置位，对吧？我暂时想站边这个三，因为我认为十二的举动像张狼牌，好吗？十二的举动一定是张狼，但我觉得他一定不是一张要投预言。我操！要炸了！要炸了！要炸是炸了，那个彤彤，你那个麦炸了，就是一直有电流的声音，你稍微弄一下，这轮没听到你发言。我看到自己身份牌了，看到自己身份牌了，我是张好人牌啊。这个我今天想出八，不是这个八还能是个预言家吗？我上轮就想出他，我上轮是跟这个十二和三一起冲的这个八，那我觉得八不是预言家呀。八怎么还能是个预言家？八从井上要验十，他就炸了，他还能是预言家？然后，警长总结发言的时候，你归了个十二，你先把三归了，十二和十一两张一四连盘，你等等嘛。即便你验到，就是你八对吧？你八有可能是个预言家，你验了十一，十一是你的金水，但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只知道。像我只知道谁是真假预言家，但我不知道谁是猎人，对吧？因为我觉得你是张狼，所以你上来直接要出十二，我觉得不好。万一十二是个真枪，对吧？那轮次落后了。那个，我这轮想帮这个三去干这张八，三我上次忘了你验的是谁了。反正你要是验的我，你就发我张金水，我一定跟你走，好吗？这个三号，你就发我张金水，我就帮你把这个八干出去。我今天在这里，我就号票出这张八，我是张神牌，我是张什么什么神牌啊？就是夜里边我没有办法用技能的神牌。然后我为什么上轮投的八？不是八，你盘的狼坑是一三六十二，你怎么把这张五摘了呢？五可是跟三站边的，
对吧？我觉得八不像预言家，我今天要出八。我觉得这局啊，我觉得如果三是狼，三的狼同伴，我觉得也别怂，因为这一局三八就基本上分胜负了。因为这张十，我觉得有可能是张女巫牌走的。这张十二是不是狼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十二是谁。但万一这个十他是张女巫走的，又没开毒的话，这一局就定胜负了。所以三八，我建议，我不知道这个三和八谁有狼同伴，但是我建议这轮裸冲，先把这个我反正这轮我先把八干了，因为在我视野里边，八不是一个真预言家，上来不是。你拿预言家，你还能留个警徽，留个十的，你还能归个十二的，你狼坑还能盘一三六十二的，干嘛呢？你是预言家，你也出局吧，八号。今天我先出八，三号我跟你手头，只要你别发我查杀，我就跟你出八，过了。我才知道歪哥是在阴阳道过还是在钓鱼执法着呢。这张牌我真的我一会儿再聊，我这张牌聊完我头有点疼，因为他说什么三如果是个狼，那三的狼队友就去冲票，我真的有点，我头皮有点发麻。我昨天验的九是张查杀牌，哎，真的八号玩家，你昨天在出掉十二号玩家的时候，你自己的心不会痛吗？就是十号这张牌一定是张狼牌，但是在我的视野里，我真的不清楚十二号玩家跟十一号玩家谁是那张猎人牌，因为至少我在因为我的视野里，我认为十一的发言一定是比十二号那个，一定是比十二号位置的狼面要大。那总归你们第一天把猎人牌出了，狼刀应该也是领先的，对吗？所以我在那个位置，我只认为是我的视野中八号是张狼。我讲一下我昨天为什么去验这个九，因为九打我用了几点逻辑吧，就是第一，他说我在这个位置，他说我因为讲我有验人心路历程的是这个二。但是九号玩家认为我聊的那个东西不是个验人的心路历程，你拿二的发言来打我三，那你这个是想干什么呢？对吗？所以我不懂九在那个位置聊什么。而且九说他想站边八的逻辑是因为预言家的视野里面一定有悍跳，所以预言家的视野里一定有悍跳，他的视野才是个预言家。我认为你拿这个视野去，你拿这个点去站边那个八就有问题。而且你自己也说了，站边八是因为他 PK 台说，是因为在 PK 台上去说啊，投票给八的都是预言家，所以他投票给八都保了。但你是第一轮你九号玩家就直接投票给了这个八，那在那个位置你认为八保了，你九是预言家心态，但是你时间轴反了，一定是你先投票给了你九先投票给了八，在那个位置，所以因为你九先投票给了八，所以八才保你，这个时候你才认为八是一张预言家，但是你是先给这个八投票的。那我在这我认为狼坑八九是两张狼，十二是一张狼，最后一张狼，哎，真的这个四，这个四我真的不太想聊了。我认为一是我的金水，因为你九拿二的发言来打我三不是一个预言家，那我认为你九在这个位置二应该也是张好人牌。五是站我边的一盘，那这轮黑麦，那十一一定是张铁枪牌。我认为最后一狼就在六七里面开了，如果我还能爆出验人的话，我就六七里面验一张，但我估计今天把八推了，我这个位置我也爆不出验人了，因为我认为最后一狼大概率在六七里面。至于六七谁更像那张狼呢？这轮六是要站边我的一张牌，那张七是站边八的一张牌。我首先啊，我底牌是个好人，但是我没有归票的能力，对吧？我就把我能想到的东西跟大家说一说嘛，对吧？然后首先四在这个位置跳了张神，那我只能认你是张白痴。你都说那么清楚了，对吧？你说晚上用不了技能，那不就白天用技能嘛？那只能是张白痴牌。你在这个位置去站边三，因为有时候歪哥你这个钓鱼执法的时候，有时候不光把狼人钓进来，也会把好人钓出去，对吧？然后紧接着五黑麦，那不对他做评判嘛？那六七在这个位置的话，其实要站边八，然后六觉得七是个好人，他要去站边三。因为首先呢，我们通过六的话，我们去盘一盘这个十二号的意图。首先呢，十二号第一天他上票是上给这个八的，然后第二天他弃票，对吧？你们去想想这个逻辑是为什么呢？如果在我的视角里面，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八是个，因为我到现在的话，我想去站边这个八了，因为三在这儿我发言有点地方不对。你打狼坑打，觉得六七里面会去直出狼，那你是不是认死我二十张好人牌，对吧？一是你的金水牌，对吧？那十一这张地方是张猎人牌，那九是你张查杀牌，那你是八号、九号、十二号两张狼人牌，那你觉得六七出狼，然后六边你，那你是不是就要打七是狼的？那你觉得这个五是什么呢？你们猜猜我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对吧？都不进兵，
不进行评判的话，那你拿张预言家干嘛呢？所以呢，我觉得你三在这种发现跑，我觉得可能八十个预言家。那十二紧接着我们接着上，是我之前说了，就六在这个位置去盘十二，十二第一天是投给这个八的。对吧？第二天弃票，那我想他的意图就是他想是啊，八十个真预言家，那我就不上票给他。第二天我第一天下去打倒钩或硬倒钩，对吧？第二天起来的话我就弃票，然后这个话如果他别狼头半通票或者什么之类的话，很有可能三拿到警徽，他就不上票了嘛。然后紧接着第二天起来他掉了个什么？第二天紧接着白天起来井下发言，他跳了杆枪，对吧？在这个位置他的意图什么？他跳枪的意图什么？我今天我要跳枪，我要站边这个八，我要干死这个三。那十一在这个位置跳了张枪，那且十二是信八十预言家，那十二一定出局嘛，对吧？那紧接着他最后出局的时候，他一票单票挂了这个，单票是出的八，所以你要去想想他这个行为，因为毕竟十二号是张金水牌，且是张猎人，一是张双金水，所以且我听了七象张好人牌，你给九，我听九象张好人牌，你给九发张查查牌，所以我觉得蛮怪的，好吧？我觉得你是狼坑盘不起了，所以这衣服老皱。我刚刚信号不太好，我没听见三今天报的验人是谁，但我觉得四发也很奇怪，他告诉我三给他发个金水啊，就四首先他昨天投了那个八对吗？因为有三票，我其实没太看清谁投的那个八，就无论如何那一票一定是投在十二头上的，就算你觉得十二比十一像杆枪对吗？因为翻了十二收益一定更大，十昨天也说过了，这张牌一旦翻出张枪来，八十二就至少狼队拉爆了，我们所有好人牌可以站对边对吗？女巫的毒也有地方撒，就一张猎人换两狼一定是不亏的，所以我没想明白为什么会有除了三以外的牌投在这张，就没有投在这张十二号牌身上。然后二三两张牌，就尤其是这张二号牌，告诉我他觉得四还可以。三爆九查杀是吗？哦，三爆了九个查杀，我想一下。哎，其实我觉得九昨天发言不好，因为九打二的点特别奇怪，就是说实话九站边的逻辑我就没听懂，他说因为三验一的心路历程不如八验十一对吗？其实跟八验十一一样，那你凭这个点为什么会站边这张八呢？再听听吧，因为四的发言给我感觉不好，但是九确实像张狼。哎，是这样的，就是我哎，就六七两张牌其实是最奇怪的，就是六七两张牌呢，你们昨天看到了那个票型对吗？你们两张牌和我以及这张四第一轮投给三就还要复票的，就你们仍然今天这张六还回了回头，这张七仍然坚定的站这个八对吗？你意识到我是一张双金水了，你那个位置没有打死这张四，你说你觉得六还可以对吗？六像张好人牌，这是你七的发言，那在你的视角里三一张狼票都没有吃到，你凭什么还要站这个八呢？我不太清楚，好吧，无所谓的，就是我再听一听，我有可能会反了八的这个水，我有可能会反了三的这个水，反正我想反谁的水就反谁的水，是吧？无所谓的，听听九发言吧，好吧？你知道吧？我信号不太好，不是。回顾一下刚刚那轮，他那个地方尬聊跳一个枪，然后我是一个八发的金水，我跳个枪。然后如果九他是一张十二的狼同伴，你觉得他发言的时候他能那么开心吗？就是我是这样想的，就我觉得坨坨不像张狼，天哪，就他的状态应该不像张狼，因为他的狼队友跳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他这轮一定要就是撞上了钢板要出局，我觉得九不至于那么开心。然后我觉得应该是三四七，为什么呢？就是四，四的发言是，我上轮不知道，反正我第一轮反正莫名其妙投三的原因他也没说，对吧？然后这轮就弃票了，然后这轮他要去站这个三的边，然后他也不说理由的，他就说他点的坑不对什么之类的。我觉得他点的坑上轮点的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七的问题在哪里？七的问题在他说那个十二号必然出局的时候，他一定会去冲这个八。那么八他你就不怀疑一下八可能就是做个身份嘛？所以我觉得七有点问题。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七，我现在还是想站这个八的，因为我不觉得九是个狼，我觉得三是没地方发查杀了吧，我自己想法啊，就是十号玩家说我不要那么投铁，但我没办法，我投就是铁啊，那怎么办呢？就
就那我就是比较信你八，我不信你三啊。而且你三，哎，三号你自己想想啊，场上这么多人，我一张明枪在这里摆着，被这个八号迷惑成这个样子，你也不劝劝我回头的，对吗？我觉得你好歹也得劝一劝吧，你是个预言家，你想赢吗？我觉得你没有任何的欲望啊，你还想为好人办事吗？你对这个四的评价就是说，哎，我不想聊你这个四了，啊，那你这是什么态度？你这是个预言家吗？我认不下来，我想跟这个八走，就走吧，好吗？我觉得九应该不是个狼，嗯，反正小米你自己想想吧，反正你现在这个发言顺序，你是张双金水牌，我觉得验出来你是张双金水也挺好的，因为上轮我觉得你想站这三边，我还有点怕，四七两张我觉得像狼。三四七可能他们弃票是因为就是第一轮有一六两张好人牌跟着三十跟着他们俩上了票，所以他们可能就想弃个票什么之类吧，我不知道，就第二轮 PK 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怪五号这轮黑麦先不聊了吧，我现在先打吧，身为 WE 的粉丝对吧，明天 WE 打 IG S7 好吗，给 WE 加波油好吗，你看我队服已经穿起来了好吗，明天希望在 JY 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对吧，在 KS 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对吧， KS 直播间的尤其是 KS 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必须得给 WE 加波油对吧，给 WE 加波油对吧，因为我这盘站边 KS 对不对好吗，我先说啊，主要是为了什么呢，主要是为了给 WE 上来加油的好吗，我觉得生死战，我只需要用十秒钟，这个三号玩家就出局，为什么呢？你我九是你三号玩家的查杀，你今天告诉我你要出八，好吗？然后再帮你点点狼，先三，再四，去把七给我翻了，好吗？先三再四把七翻了，就出人就是这个顺序，我是一张白痴牌。阿曼，因为我现在不知道，这边有什么难战的呢？你告诉我，这个八这个发言还能不是个预言家？你三告诉我你验一，我打你点有错吗？你说我验一的心路历程是，因为一在场我就要验他，这也算心路历程？这你们还能认这个六还能去再去认三？假如这个七要真是个好人，那这个六就拜拜了。好吧，你这轮告诉我你要去你听了十二的发言，你要去站边这个八。对吧，无所谓好吗，因为很难有一点很，如果我确定女巫在场的话我一定出我，但是现在我不确定这个十，因为这个四在发言的时候一直在抿这个十的身份，因为我跟二号玩家对一下话好吗，白痴在我手里他没法钓鱼执法好吗，我觉得他一定是个狼，其实我上轮就聊了他有没有自爆剑他心里没点数吗，对吗，我觉得四是个狼啊，因为我是个白痴好吗，我觉得小刀的配置还是可以的，勇于站边嘛，对不对，这有什么不能勇于站边的，这个八就这个三还能是个预言家都尬成那样了，你觉得对吧，好吗，我就站边这个八了 KS 了，自己发言吧好吗，顺便喊预 WE 必胜，你幸亏也就有我这张牌枪啊，不呸，枪牌白痴牌好吗，三号玩家拜拜，四号玩家吃毒，我是不太明白这个游戏就没有心路历程，或者不跟你聊心路历程不会站边吗，是不是不会站边了，发言听不懂吗，难道因为三今天第一天我就告诉你们了，不是他那个发言的格式，他起手对六七去对话的，今天他对着一张查杀牌九号对话，我也不是对话，至少聊九聊了八年吧，他最后甚至都来不及去定义外追剩下的一张狼，他说八九十二三张狼，聊到最后一张狼说哎六七里面肯定开一张，其实已经聊得很尬了，不是你们真的听不懂发言吗，先不要在意我点的狼坑一定对或者不对，因为我只是能验一张人或者能去听发言，你发言不够好不有盘到狼坑，你底牌是一张好人牌你也别着急你也不要生气，一号牌呢你是一张金水，我只觉得你昨天一开始聊的还像个好人，你说什么心疼那种角度我还都能理解，你就不聊聊就起手就开始来打我八，所以我才翻你，这是我昨天翻顺序发言时间不够长的原因，还是想说一说，因为一你很奇怪，我还是依然不想说我的进攻历程，说出来狼人就交牌了有什么意思呢，我们就好好拼发言对不对，今天三先出局，晚上我验六吧，不太想验这个七，七号牌如果真的是张狼牌他这边这么努力的倒钩了，还有一些比较偏正的逻辑在这边给我打山洞对吗，那六是个金水你去管理七啊，五总归从头到尾因为他投了第二张匪票，第二轮的那张匪票他永远都要成为一个扛推位对吗，他自己去标水了，
彤彤如果是个好人，他的标准应该是过关，是个狼人，场上配置这么高，他也逃脱不了，对吧？本身行为就差。三四十二外追开一张，所以我只想把这个六给翻了，对吗？六如果是个好人，你自己在武器里面再去找，其他应该没什么了。我觉得二发言像个好人，对吧？发言像好人。其他还有什么好聊的呢？没什么好聊的，因为三都炸了，四张牌我就更不需要聊了，因为对我来说没有意义。依然就跟上一轮墨爵翻一样，上一轮我就说了，四只要他在我三八生死环节，他只要敢投我那一票，他就出局，他就出局，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我需要聊他吗？我不需要，我根本就不用。我做一张预言家牌，我压根我因为我自己就是编，我不需要在意他是在为他是个好人在钓鱼执法，会不会坑到家的好人，还是个狼人雇阴阳道钩，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对吗？所以今天先把三给出来嘛，三的发言已经炸到这种境界，你还要要我多用力发言吗？一定不需要，我就验六，六是个金水，你在武器里面去找最后一张。我先记一下票型，四五八九十一，投给了这个三。我说一下啊，就是八号九号两张牌打我的点是什么？就是说我在那个位置，我去跟这个九对话。我说他说我的所有的发言都是在聊为什么九是张狼，因为我底牌是一张预言家，我验了九是一个狼，但是我要通过用我的发言，用我去定义九的那些点，告诉你们为什么九是一张狼，对吗？那这一轮九起身在干嘛？九起身在打广告，然后后置位就说拿了，因为我确实忘记了自己的发言是什么，我说我可能是验了九是个查杀，我说今天先出这个八，可能是一句口误，验了九是个查杀，一定先出这个九，我底。底牌是张预言家牌，因为我在那个位置，我确实没有时间去定义了，因为我用遗言告诉，因为如果我觉得女巫还在的话，我觉得这局可能还有希望，我用遗言去帮你们定义一下剩下的牌。我说了，我验了九是张狼，九昨天用二的发言来打我三，用心路历程的那一段，所以我认为二是一张好人牌。歪哥在那个位置起跳张白痴牌，说如果三你的狼队友怎么怎么样就冲票，这张牌暂时进不了我的视野，而且他在那个位置又暗跳了一张白痴牌，他说他夜晚又没有功能，又是一张神牌。那我在那个位置去想四这张牌到底是想钓鱼执法，还是说想再打阴阳倒钩？因为我不太，但总归这轮是想钓鱼执法，还是说想再打阴阳倒钩？因为我不太，但总归这轮四号玩家把这个票冲到了我三号玩家的头上，对吗？那四号玩家是张狼牌，一定跑不了了。四八九十二四张狼。我觉得六七两张牌都是好人，因为在那个位置我没有去来得及定义六七，因为我第一天的发言我就在跟六七对话，我跟六七去解释为什么我在井上我在 PK 台会用那样的一个逻辑去打八，可能确实是我有一点着急。那这个位置七号玩家选择站边这个八，六号玩家去选择六七向我站边这个三，总归他们今天出对了票，出到了九号玩家这张头上，对吗？九号底牌是一张狼牌，那如果女巫还在的话，希望女巫能把这张九号牌读掉，我认为四八九三狼没跑了，好吗？只剩四八九三张狼牌了，那个十二那个位置一定是张狼牌走的。我只能说这些了，好吗？因为我已经把场上的身份给你们定义完了，好吧？我底牌是张预言家。天黑请闭眼。
怎么把我带了呀？验的几啊？六还是七啊？不是，我现在很恐怖。这个一，你是个双金水，你是白痴吗？我就问我只我这轮只对话这个一，你是白痴吗？你挂我票，我再对话一下这个六，你们谁就是你现在六七肯定验了一张金水对吧？那我只对话这两张金水好吗？一六还是一七？我忘了你验的谁啊 ？KS， 你们是不是白痴啊？就挂我票，兄弟，这还能挂到我票头上的？我的天哪！你要一啊，小米，你要真的认个白痴，我也不玩了这个游戏，好吗？那就翻我，那大家就一起输，好吗？我也不玩了，就这还能站错边的吗？三那个发言，你们告诉我，他还能是个预言家的吗？还能弃票，还能投错票，还在那变票，我的天哪！怪不得八号玩家打的心累啊，兄弟，这啊，哎这啊，我就这么说好吗？我八九双狼，你告诉我，你们还用得着玩吗？这个游戏？你告诉我八九双狼，我们十二号狼队友走了，十一得走的是一把枪对吧？十走的是一个好人对吧？三是个预言家走了对吧？四大概率是个好人走的对吧？那你们还玩什么呢？你告诉我对不对？我这轮啊，因为我先发言，我也不找狼了，开子你自己找吧好吗？我只想对话这个一六，你们还是一七。好吗？你们是不是？我就问你们，你们是白痴吗？你们就挂我？哇，不是白痴都敢挂我票的，这么悍吗？是不是陈一平让你挂的？小米，只要你说陈一平让你挂的，我就原谅你，好吗？因为我觉得女巫一定走了呀。这个四还能不是个狼？他一直在敏石的身份呀。四肯定不是个女巫，对吧？我就跟你们这么对话。四是不是肯定不是个女巫？四说十是个女巫，如果四是个女巫，四一定会夜里开毒了。对吧？十一是把枪，对吧？我九是个白痴，就很简单这个游戏。因为四在那发言的时候一直在那对话时干嘛呢？找女巫，他们觉得他们把女巫刀走了呀，没开药呀，这不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吗？今天验了六十个金水啊，六十个金水出，哎，我真的觉得你去把这个七验了最好。那么把这轮那就五七弄了吧，好吗？五七你们俩生死批吧，好吗？一。就是就翻成这个样子。这么说啊，我不是张白痴，我今天还是想翻这个酒。我昨天投的票的理由很简单，就他的心态转变的，就是他站边从来没有变过。就无论外面发生了什么样的因素，无论他的狼坑怎么变，他的视角里八都是个预言家，三都是张狼。然后从打二就是到昨天不聊二，就因为他第一轮死打这张二，说他觉得二一定是张狼，二三双狼没跑，这是他第一轮的发言。第二轮发言就变成我跟你这个二叔啊，外置位的狼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我实在没听懂好吗？反正就这样，我觉得后置位有白痴不用跳进，要不你们跳一跳吧，无所谓的。就是我听这个四是不是定狼走？就不是，你先等会儿啊。就是而且这个九跟我说，他说四是张狼人牌，对吗？那你的视角里四是张狼人牌，是不是三四十二三狼已走，只剩一狼在场的？那你今天先翻牌呀，对吗？因为你的逻辑里，你翻了牌轮次无论如何都来得及，因为你一张白痴需要追刀，八是你认的预言家还活在场上，是不是这个道理呢？在我看来就是你告诉我，我觉得四一定是张狼牌走的。四怎么做的呢？这张狼人牌他发言支撑三号牌对吗？他说我觉得三一定是个预言家，我今天要把这个八干出去，然后到了投票阶段一票打在三头上对吗？不太好，我觉得三得是个，就我不说三得是个预言家，我觉得九得是个狼好吗？先把九出了，就是你当我是个白痴也行，反正你今天先翻牌，你能翻得出来牌我认菜好吗？我这个发言出来我一定不是张白痴牌了，你翻不出来牌也别来刀我好吧。我觉得二还可以，四是张狼，十二是张狼，就外置位六那个位置我觉得还可以，五像张狼，就是因为他也是一张发言撑三然后投票投三的牌。我不明白你们的心路历程怎么转变的，就是你们认三是张狼，去把他狼坑给我找齐好吗？我找不齐，就最后两狼总最后一狼总归开在五七里面了，就五打四七，七打四五好吗？我觉得
那剩四十个狼，那九是不是一定是白车了？我不懂。我昨天弃票是因为我点不上票，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点八点不住，有什么点八一点三点不住，可能是因为手机屏幕该换了，之前碎了之后一直没修，一直点三点不住。然后呢，首先我跟你一讲啊，你是个双金水，那四总归得是个狼吧？那四九两张，你总不能团去说四九是两张狼人牌，这是不可能的好吗？那没必要。三我觉得是个狼，为什么我当时我觉得三是狼？因为三我记你们。不知道记不记他的发言，他在那个位置盘狼坑的时候，他说六七啊，我不知道谁是，他是先盘是八九两张狼，然后因为他验九查杀嘛，然后八在那个位置是个那个什么，是跟他对跳的，然后十二是个狼，他觉得八九是狼，觉得另外一个狼出在六七里面，他出在六七，他六七的立场是很明显的，六号是第一天起来说他要去站三的，七是在那个位置起来要去站八的，那很明显，那就是七是那张狼人牌，他还有必要去盘嘛？有必要在他视角应该很清晰的，所以我八可能是个冤家，他们到十一的意图是什么呢？就可能是觉得十一有可能把九开了，开了之后他们有机会没死的话，那再机会再把这张八号牌砍了，就结束了嘛。所以我觉得你一没必要再去盘九是个狼，九是狼他这么做的意图是什么呢？他们狼队打的收益是什么呢？你不去盘这些嘛？那八在这个位置给一翻张金水盘，六翻张金水盘，那八如果是个狼，那他的狼坑在哪里呢？他不给自己做狼坑吗？他是个狼的话，他不发查杀牌的吗？他一直都发金水，他把自己越来越憋死自己吗？我觉得有必要吗？我觉得没必要，好吧。然后那在这个位置的话，因为我第一天听七的发言，我觉得像张好人牌，五发言的时候我觉得蛮怪的，且他一直不是黑麦就是那个就是发言特别滑，所以我觉得五可能是那个狼。我七我觉得都可以听一听的，因为七他最起码他在聊自己站边，且就是为什么去打谁是狼，打谁是好人的时候，他的心路历程聊下来是平的，不像就是那种狼人那种状态，就是去聊就是边呀边逻辑啊，或者篡改发言这种。所以我觉得七也可能是个好人牌，那五总归得是那张狼牌，第一天撑给这个三，对吧？然后出票的时候或者弃票什么之类的。啊，我觉得九是白痴，他是个狼，你给我盘盘收益是意图是什么呢？对吧？啊，我昨天真的很担心自己没投这个三，然后让外置位的好人出局呢。好吧，那今天里面的话就二七里面出，我你们这次应该能听到我发言了吧？应该不至于炸麦。其实，在上一轮的发言里，六七里面当时我更觉得就是。单凭发言来说，我当时更觉得六像一张狼牌。六七里面的时候，就是六说啊，我又想去站三的边了。你想去站三的边，你就不应该觉得七是一个好人，明白吗？因为七站的是八的边，你站的是三的边，为什么你又能站在三的边，又能觉得七是一个好人呢？是不应该的。之后，但是最后投票的话，我觉得听完八发言像一张预言家，而且我觉得九像一张白痴牌。其实那个一号玩家，你不用玩的这么矛盾。你觉得四是一张狼，四是一张狼的话，十二是一张狼，这你认定的两狼吧？那你要认三是预言家的话，那八九就得是剩下两狼。你要认三预言家的话，因为三说验的九是一张狼牌，那八是跟他对跳那张狼牌，你认四是一张狼，十二是一张狼，我就不可能是一张狼啊，没那么多狼，对吗？所以你不用来怀疑我这张牌。但是我觉得呢，九号玩家呢像一张白痴牌。所以的话呢，我们就得把逻辑正过来，八是那个预言家，九号玩家是那张白痴牌，之后的话呢，三是一张狼走的，十二是一张狼走的，四可能是一张狼走的。所以的话呢，我在我这觉得二七里面，如果你验了六是一张民的话，二七里面就是剩最后一狼。二号玩家也有像狼的点呢，二号玩家你说我弃票，我从来没弃过票，第一轮我投给八。投八那一票当时有四票，没有你这一票，你当时是七票的，这样子八号玩家才有的 PK。 而第二轮我觉得三号玩家聊得比较好，也是我一票挂在三号玩家身上的，这是第二轮投票。之后呢，井下之后第一轮投的是十二，之后刚才那一轮我投的是三，虽然你没有听到我发言，但是的话呢，我上一轮其实已经想说六号玩家的问题以及七号玩家的问题了，但是六七两票都是投在八号玩家身上的，所以的话呢，按投票来说是六七里面出狼，你验了哪一个圣民就把另外一个投了。但是按照第一轮的来说的话呢，二号玩家是像狼的，这些我都跟你说了，之后你自己去分析。之后就想跟一号玩家说，不要再去怀疑九号玩家是一张狼了，你翻九号玩家没有任何意义啊。
是这样，我想说一说这个刀法，因为我认为我觉得今天九可以翻牌，因为我觉得这张四的变票让我听起来不太对，因为哎，就是我先说一下，因为我觉得我想想，因为刀了这张十一号牌，总归这张四是一定被带走的一张牌。如果你们认为四是个定狼，如果你们想占八的边呢，这张九是不是一定是张白痴？我上一轮先说一下为什么投九好吗？因为这张八号牌在这个位置已经秒认下来，九一定是张白痴牌。其实，在你的视角里面，九是一张从头至尾只盘单边逻辑占边你八号牌的一张牌。这张三发给九一张查杀牌，九末置位跳张白痴牌的情况下，我其实是认不下九这张白痴牌的。就是、我想问问，就是怎么哎，就是你五号牌告诉你认下了九一定是张白痴牌。对吗？因为我可能想的比较多一点，因为三在这个位置发九一张查杀，九在这个位置起跳一张白痴，很有可能会让真白痴去挂一票这张九号牌，但是四号牌这张牌投了一票反票，他必须得是个狼人牌，因为他这个位置认了张神牌去投三，九认了张白痴，对吗？所以我认为四如果是张定匪牌的情况下，四十二两狼刀十一，他外置位找一张白痴牌。也可以，就刀十一这个刀我觉得有点想不明白，其实因为我想想，刀十一这一刀我确实没太想，因为如果三底牌是张预言家，十一在这个位置吃了一刀，狼为了追刀去带八吗？其实真的我有点想让九翻牌，因为我认为如果我跟一的想法一样，因为我认为如果场上如果剩如果八是张预言家，九是张白痴，那场上只剩下一张狼人牌，对吗？我认为二五两张，如果你们只找一狼，我觉得只能是那个七，因为前一天昨天的发言我说了，我说我想占边三，但是这张七我觉得就不太好，对吗？如果七底牌是个白痴，你验要不就验掉那张七，对吗？我有点。那怎么都赢不了，交牌吧，交牌吧。我跟你六说，你都盘到刀法了，那八九还能是四的狼同伴吗？对吗？你都说了猎人翻牌一定带四，他们场上是三狼的板子，起来砍那张猎人干嘛呢？给好人让一个轮次干嘛呢？对吗？就非得骗得我们被屠城吗？你的意思是，对吗？你都盘到刀猎人一定会带四了，那四怎么可能还是八九的狼同伴呢？对不对？哎呦。我想了一想，最多让九翻牌，他验二或者七，验我就是个查杀，验二金水我七做一狼，对吗？我应该赢不了，好吧？不是放弃了，是因为我觉得赢不了了。哎呦，歪哥，你都已经被所有人打成了定狼牌，你还能投一票自己狼队友？不是你上一轮不是跟我们说了所有的狼队友去冲票吗？对吗？我七没进警徽流的牌，都跟着去投这张九，然后你一票把我们狼队友给举出去了，我的天！好吧好吧，赢不了了。其实第一天十二那个位置阴阳倒钩就赢不了了，他后面做的四张神牌跳什么都出局，对吗？十一是个猎人，十是个女巫，九是个白痴，他跳什么都要被排出局。没什么了，好吧。那个四是我是个狼，然后就是羊驼和十一号猎人小刀配置蛮高的，就是能够在六七中先把我七给抓出来，好吧。我觉得我聊的还蛮像个好人的，至少预言家两验都没验到我，好吗 ？KS， 我也不多掰了，因为没有意义。哪怕因为今天最多只能扛推九，这个板子白痴还要追刀，对吗？就你们好人说，因为我那一轮我没有想到一六还能站左边，是我能理解。让我去做一狼，我就羊驼那个状态一定是让真白痴了。我变一变，我没想到一六还能站左边，因为我数了一下票型，我觉得不够，我只能去倒钩，然后刀一刀猎人，就这个看猎人能不能犯错。哎呀，本来冲一票，但是猎人没犯错，我输了。好吧，没事没事。因为那一轮交牌了，我要是知道结果，我一定冲跳的。但是一六打出来了，开始主要打还能站左边，我觉得不太理解。玩具强沟通说，我先去冲锋。他倒钩，然后 PK 来之后，我说我不行，我得变个票。对，是差我一票，是差我一票。我跟他说你也去变个票，差我一票就赢了。他没投上，然后九号翻牌夜里先刀九，结果你慢阴阳倒钩直接就被投出去了，就赢了。就是呢，狼也不能怪歪哥，因为歪哥一定想不通，这第二天一六还能把这个票挂在我八的头上，因为一跟六我验出来都是金水，就我觉得你们真的。很奇怪的，就别人站对了边，你们质疑别人，那你们是否有真的正儿八经的听过人家九号牌是怎么站的边呢？你真的有认真听吗？
因为九昨天都跳了白痴啊。就如果底牌不是一张白痴，你给我找一找外界谁是那张白痴呢？十是个什么呢？那十如果是个白痴，那女巫在哪里呢？就很一些很简单的，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复杂化。当然也可能你们太久没有跟歪哥玩了，你们被歪哥搞了，又被这个十二搞了。不是十二这种拙劣的表演，还一定就还能骗得到你十二头八？不是他头谁不是头呢？他是不是一定出局？你何必在意一张狼人牌呢？一天到晚在意狼人。对，从结果上看，确实是我投错票了。应该冲票的，但我真的不知道一六还能投错票。一六投错票，因为一六投错票，游戏结束。刀的十刀对了，否则更输。十是张女巫。十五级，我操！十号有61%的胜率，十五级。彤彤有多少胜率啊？彤彤才52。小米有多少？59。小米胜率也够高，13级。11号，52。菜包子56。玩具枪53。感谢我好着呢送的佛耀祥，多谢多谢。这个又是感觉是第一次送墙吧，多谢多谢。不管怎么给个房管，给个房管。我重新开的盘啊，重新开的盘，我胜率66.5%，66.5%就是三盘里边会赢两盘。我马上到十五级了，又他妈输了一盘，真的够。当当当当当，送过是吗？以前送过吗？我没什么印象。真没什么印象。多谢我好准备送的佛耀祥，多谢多谢。不是，我那轮我真的没，我那轮是想的16绝对不会站错边，所以呢就勾，对吧？先把那个三勾出去，勾出去之后把七藏下来。差点把密码暴露了。谢巡爷，把房间分享一下。感谢我好的送的佛耀祥。哇，感谢可可021送的佛耀祥，多谢多谢。我、可以，多谢可可021。还有那个我好人的送的佛耀祥。这辈子忍不下了，就是你说我厌一心路历程就。哇。这算什么心路历程？我觉得你纯属尬聊。这个是剑十一告诉你的，然后。
我，我是没有听到，我没听到你们发言。这个不是见识仪告诉我的，是我自己听的，因为我见识仪上班，因为我为什么？感谢白骨精精送的十个烤鱼。说了，再不说了，好吗？汉票再不说了。红领巾是什么东西啊？我没听你们发言，观看你们验人的话，我觉得三比。没有，我跟你说，为什么第一天验十一？因为我以为十一是对验他的。感谢可可。KS， 我是那天在那个超级新鲜北京跟你。非要抢。这关合影了。KS 记不住你。我那天就还冲进去跟 JY 合影了，但是我刚。我觉得说那个验人心路历程有点耍赖、我觉得有的时候预言家真的验人心路有点讲的真的就有点不是主要小套牢跟你打太多了你要是我你肯定不怎么看我要是说我以为十一号是那个什么米小精灵我听说他我偷的了无痕迹然后把我所以我验了十一结果原来十一号不是米小精灵你是狗吧我肯定不想说那个东西你看，我就验的米小精灵，我觉得米小精灵特别厉害，然后帮我。哎，我跟你说啊，头九了，算了，我。对对对，这个没、哎、不，这是下一局的，这个竞猜是下一局的，这个竞猜是下一局的，我是好人坏人。哎，不过算了，我留了吧，我到时候再给你们开好吗？我现在先留了。不是啊，这种我觉得不用谈双边逻辑。我是好人。开个十分钟的肯定是女巫嘛总归一张皮他妈一点听我小大说小大都要唱歌了这个人不是你们是不是都买了身份牌啊我妈没我妈从来不买身份我就是嘴了个狼开黑为什么买我只买狼对对对你是不是买的枪啊我刚刚这把还真是买的但是我没有说我买的对吗因为买枪没买到，说个啥呀？你金水牌用着说吗？我的天！我操，见习还是扯事！我操，我买枪没买到。但是我不敢聊，我一聊的话，你们就回去没买到枪的。见习，你他妈的就别说了，一轮票。这个谁呀、啊？王俊奇为什么不打？这个怎么一直没撤下去啊？嗯，快开始啊！那你随便叫个人啊，太墨迹了。彤彤呢？彤彤也不玩了。我在呀。哦，你改名了。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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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行了，下你们可以下注了。预言家六金水，井上还有五张牌。我说一下为什么验六，因为我觉得绝望的时候我就会去验六。六是一张金水牌，好吧，拿到了张预言家牌。井上后边五个人我就不管了，你们随便你们怎么表演，我去留两张井下的井会流。我决定把那两张猫验了，好吗？先十一后十二，六是我的金水，我底牌是一张预言。我靠！怎么闪退了？重连一下，重连一下，不着急。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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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哎，等一下。就是我这信号不太好，但是两个预言家发言我觉得都一般。先说这个三，这个三不好的点在于，就是没有，哎，你上把不是悍跳了吗？怎么这把这个你拿了张真预言家牌没有那种，总该有点情绪上的波动吧？没聊，好吧。八呢，其实大部分聊的还行，但最后过得有点突兀，我觉得不太爽，好吗？但是八的心路历程还算完整了。就没准后置位还有人起跳，我觉得这个三可能一会儿会去水，因为我觉得三不像悍跳，但是也不是预言家，好吗？哎，我看一看，哎，反正我不占边三，就是后边有跳的再说，没跳的我可能会占边这个八。一号牌发言，一号呢底牌是一张好人牌。上井就来找找预言家，前置位三八，听说三八都起跳了，我只听到八的发言，四是网络不好自己退水了，三在我这边我就看到他露了个脑袋，但是呢是吃了经验长老听不到声音的，可能也是游戏的 bug， 但是我觉得听到八的发言呢，我觉得可以井上略微的啊，略微的小小的站一下下边，我就想站那个没有发言的三。啊，当然了，因为九刚才在这个位置聊了一个说三有可能还是炸什么，我不知道呀。我觉得八的发言，你说验十一的心路历程，我觉得你像编的，啊，像编的，像一张悍跳狼，精心准备，晚上起来准备悍跳，给谁发身份最合适？想来想去，给十一，对吗？我觉得说不定十一你不想发上井的话，你就给十发。如果他在后缀上井，就我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三主要，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这三发言我没听到，或者说我略微站在边。走完了，卡了，现在呢又变成一个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结束，没有办法手动选择自己什么时候结束发言的一个尴尬的时间段。但是呢对我来说无所谓，因为我底牌是一张好人啊，就随便聊聊嘛。九呢好像似乎是听到发言，他说三不好，八的心理上比这个三好，我就但我对三有一个质疑啊。我听八说三你验了六对吗？你三，你不是说你不管怎么样你都喜欢验那酒的吗？你是知道酒换人了吗？所以这是我对你三待定的一个地方。我只是觉得八那个演员心目一直向边，那其他反应的确也都还行。我所以我才只能说我略略微微的，哎，站一下边。我肯定不会站死，我肯定接下来听发言。那当然这三退水了，或说不定这个八也退水了，是哪一张退水了？这个二起跳就很搞了。
本来我还准备顶上来炸炸身份，现在呢就进入了一个奇奇怪怪的尬聊时间段，就六聊聊看这两个金水，说不定我觉得两个说不定都是真好人，哎，不管谁是个狼，发的金水可能不太会像狼给狼发的金水，我觉得六十一说不定都是好人，那四五里面说不定会开狼。直觉，现在进入到尬聊时间段，哎，其实还蛮烦的，的确，这个挺难受的。我现在忽然一下能理解三号玩家在昨天上镜。我是听到了三号发言，然后三号发言之后我就闪退了，然后八号的发言是没有听到就过了。当然四，我当时看四在这个井上，后来四也退了。我觉得一像一张好人，九好久没跟九一起玩了，感觉九能说三能退水这个话，觉得九是变菜了，这三还能退水的。三的发言，一我跟你重复一下三的发言，他上来发了六金水，他说他就11、12顺眼，又感谢四号的保时捷，然后他就特别快的过了，发言特别简短。我没有听到八号的发言，但是我觉得虽然三的这个发言，在我的感觉当中，他没有平时那么饱满，就他没有以前咱们玩这种面山那么饱满。为什么我验了谁谁谁？为什么我留这两人根本就没聊？我觉得这个三还真有可能是个预言家。因为我没有听到八，所以我井上我也不能做什么吧，因为八的发言我也没听，所以我没有办法判断三和八。单从三的这个发言，我想表达意思就是，虽然说三的发言非常简短，就简短，但是他越是这么发言，我越觉得他有可能是真预言家。就说这么多吧。我觉得井下，我给三号号票，给三投投票试试，好吗？一是张好人牌，我能听得出来。九不一定是张狼人，我感觉九变菜了，好吗？过了。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请举手。底牌是张平民，我想站边这个八，就我觉得八的心路历程聊的在我这边还算过关，对吧？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个一说八的心路历程不好，因为刚才那局啊，我看直播也看了，就确实我觉得八验这个十一的心路历程，我觉得在我这里蛮过关的，对吗？他说他是想十一挑一张牌验，对吗？就他觉得他的发言已经够好，但是还是被揪出来了。所以他想验一下他们，就我觉得三的发言不能太过简短，做不了什么评价。但是我觉得三不像预言家的一点，首先，他的情绪没有什么波动，因为他上盘他悍跳了，这把他拿了把预言家牌，对吗？但这点不足以打死这张三号牌。有一点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就是三好像上盘留的也是11、12警徽流，对吧？悍跳 PK 发言的时候，然后这盘又留了11、12，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对吧？我就觉得这点在我这边不是很做好，都能盘吧，双边两边都能盘。那如果是张悍跳狼人牌，他也没必要再重复上盘的他所做的这些行为，对吧？井上发言呢，我觉得九号发言挺做好的，
对吧？但这个二没有把这个九扔下来，我就觉得这个二不好。我觉得一二发言不像认识的，但我觉得一二得开狼，可能是一张狼二牌，开一张狼二牌，我觉得我偏向于这张二号牌吧，因为一号牌就你们再去听好吗？我也不，我出，因为我第一天出局了，我也不影响太多局势，我只要把好人找到预言家就可以了，好吗？我觉得八是个预言家，十一进水，那这半边九是个好人，那十二得吃，十二得进狼坑，且你十二上炮了给这个三，那你十二自己表水吧，好吧？还有这张六号牌，虽然你是一张狼人牌发的疑似进水牌，对吗？你也得表水。就这样，需要一张好人牌，我也不说你为什么不要救我，因为我只是一张平民牌出局的，对局势。我先说一说为什么上票一个三啊，对吧？我觉得我上一把那么菜，粘错了边，对吗？我说这一把我还在井下投票，我底牌是张好人，结果这个三起身跳张预言家牌，发我一张金水牌。说实话，哎，我从人性的角度上跟你三对话，我觉得你是个狼，你哎，你是个预言家，我能信你能翻掉我，但是我认为你是个狼。哎，你会去骗我吗？所以我有点不太想，就愿不太想盘这个三十张悍跳狼。但是其实井上两张牌的发言状态来讲，确实是这样，八号牌的状态更好一些。但我底牌是张好人牌，对吗？井上我觉得一二都还偏好，一二都还偏好。我觉得九那个发言不太好，是因为九那个发言前置位说，但是九号玩家二号，我认的好人牌二号牌觉得九号玩家是变菜了，而不是不好。这一点呢，我就不打九了，好吧？我觉得九其实井上不太好，你告诉我三能退水，三既然那个发言我认为发出来了，他就一定退不下去水，对吗？除非他是张赤道女巫，但他确实也不是一张赤道女巫牌，所以我认为三。其实预言家面偏高一些，好吧？我再听听你三好吗？我因为对三可能容忍度稍微高一些，所以我再听一听三的发言。我前置位我是张好人牌，我作为一张三的金水，我肯定先暂时，我也不能说暂时软站边三，我先站边三好吧？因为后置位还茫茫多人没有发言，这个四对吗？我盯着你，因为我认为你的发言我。场上所有人的发言我都不是很自信，但我对于四的发言还是蛮自信的，我想听一听四的发言，好吧？作为一张井上黑麦就过麦的一张牌，对吗？所以我认为四我听一听，然后我再看一看就是这个场上井上井下的局势，好吧？我这个位置我先暂时站边三好吗？过了。嗯，我想先说一下这个七，这个七号玩家他的遗言我听了一半就掉出去了，但是他那一半的遗言让我觉得他认的是一个平民，我觉得他不太像一个平民走的，因为在我们这个局里面其实女巫不救人是比较少的，七号玩家的遗言呢又挺平静的，他说我想站八这边，我是一个平民，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如果拿着一个好人第一天被刀了，应该会觉得挺奇怪，会问为什么女巫没救我呢，会觉得会有一些想法，所以在七在我这儿呢像是一个问号走的，投的是八，我呢也投的是八，因为刚才三号玩家在井上的发言我觉得特别像赶火车，就特别着急啊，六是我的金水，那井上我就先不验了，我就十一十二顺验，之后过脉的特别的迅速。八号玩家呢，我不能说你发言多好了，因为我认同一号玩家说的一点，他说你的那个叫什么心路历程挺像是编的，其实我也觉得玩这个游戏不见得你验人就要讲些什么心路历程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我认你整体的发言的时间吧相对来说还算可以，而且我觉得二号玩家在井上说要不然我耗一波票吧，我觉得二号玩家这个举动让我当时觉得特别奇怪，所以我把这一票投给了八。你现在拿到井回了，但是我现在对七的死呢是一个问号，六的发言呢只能说还行，之后呢你对自己的站边并不是很自信，
所以这是我对六的发言的一个看法。嗯，并没有说觉得你一定是好人或者坏人，我还要再听一下。之后呢，你说要听四的发言再去定，我会整个听完的。四号玩家发言在我这里是黑麦的，完全没听到。我听完发言我再去想吧，因为这个票我还能是好人，不是，我还能是狼人啊，这盘你们是。我操，不会吧，没黑麦。我要没黑麦，能有人给我刷个小星星吗？就是我井上，我在美国这边嘛，有点卡。太好了，哇靠，能听到。我在美国这边网比较卡，所以井上三和八的发言我其实都没有听到。三我通过一和九的发言告诉我，好像是三给六发了金水，八给十一发了金水，对吗？一二的发言我听了，我觉得一和二里面一定要出匪，我觉得这个一不好。不过呢，我想牌去把二和六开了，因为我想软战这个八的，因为一和二两张牌，一起身他说的是什么？一说啊，我不管你谁是预言家，但是我觉得六和十一都是金水，就都是外置位的金水，那一号牌一定是一张失信息的牌，对吗？因为一号牌说我不管谁是预言家，但是他把六和十一两张牌起身全都保了，然后二起身告诉我说一发言好。就是一那张牌，他起身告诉我，两张井下没有听过发言的金水，一定都是好人牌。二号牌敢把一号牌保下来，对吗？然后六号牌其实从转上觉得听着是一张好人牌，但是这张六号牌我认不下来的是，六号牌也告诉我一号好。九号牌说三号能退水，我不做评价，因为九号牌陈老师厉害啊，陈老师厉害啊，陈老师多厉害啊！就这张九号牌我不评价。这张一号牌起身，他告诉我能把六十一都保，那我觉得一号牌这张牌不好。但二号牌起身把这张一号牌给保了，然后这个六号牌起身也把一号牌保了，但一二号牌全都占了这个三号牌的边，这个三号牌的边我是真的不敢占了，好吗？因为我觉得一二两张牌一定是要出狼。这个六我觉得从状态上和发言上我觉得和三不认识，但是这个六去保了这个一我也放不下，好吗？现在我想软战一下这个八的边，然后五的发言我觉得还可以吧，还可以吧。今天我想听一听，再听听一二的发言，因为我真觉得一的发言在这个位置不好。歪哥他能把这个一保下来，就歪哥我其实没有特别特别 get 到。嗯，我的这张四在美国可能也不耽误你吃这一瓶毒。我说一下，我底牌是个预言家，验六是个金水。验逻辑其实我在井上讲了，就是拿张预言家牌，其实蛮绝望的人会去验那个六的，这个我就不聊了。我说一下我能认下的好人牌，我认为九大概率是一张好人牌，因为我底牌是个预言家，八在悍跳，八在那个位置起身之后，九说了一句，我觉得他九认为这个三可能还能退水。那九认为三还能退水的这个逻辑，有一点就可能是我的金水发错了，但是不可能，我是个预言。我验了六是个金水，那九如果是个狼，九他也不会这么聊。那如果九是一个狼，他在那个位置，八已经八是他的队友，八已经起身悍跳了，九在那个位置去聊三可能会退水干什么呢？那他聊三可能会退水，他要不要去在一二中稍微打一打那两张牌？他如果想站边这个八，或者想在井上做一波操作，对吗？所以我认为九是一张好人牌，那我认为一也是一张好人牌，因为一在这个位置，他说他没有听到我三的发言，但是我听一的发言，一至少一定认真听了八的发言跟九的发言，所以我认为一在那个位置聊得像一张好人牌。那四这张牌我想想，因为我默认井上两狼的话，其实我觉得井上这张四大概率像一张狼牌，且四号玩家其实你在这个位置的发言，你告诉我你觉得一不好，但是二又保了一，但是六又保了一，那你是愿意相信一是个狼，二六保错了，还是愿意相信一帮狼在这抱团呢？所以我认为四，且你在这个位置你去站边那个八，四这张牌我是一点都不想拯救了，我认为可以直接吃毒。然后唯一上给我票的还有一张十二、五、七、十、十一四张牌上给了那个八，因为我家刚才 WiFi 断了，然后我把 WiFi 断了，我换了个四 G。然后七的遗言我只听到了一点点，我没有具体太听到七的遗言，但五在那个时候就定义了七的遗言，所以五这张牌我也先不管，因为确实发七的发言我没听到。井上二这张牌表示想给我三耗一波票，但结果这波票呢又结果这波票又没耗到，所以我井
井上我真的不想言雷，我因为我听这个四像一个狼，我听四像狼，因为我默认井上可能是四八两张狼牌，十一呢是八的金水。因为上一轮呢就是我是张狼，十一你挺厉害把我打出去了，我真的我再验一验这个十一吧，如果我还能验人的话好吗，我验验这个十一，因为只有六十二两张牌投给了我，我现在认为一九大概率是两张好人，四是一张狼牌，警徽哲先留一张十一，五剩下的再说吧好吗，我是张。我觉得四五八三张狼人牌，因为首先说这个五，因为五号在这个位置，他在聊他的心路历程，他在给我讲解为什么这张七出局是张女巫牌，其实我能听得懂。我觉得这盘好人很难了，因为这个七出局应该是张女巫了，因为五这个位置他去聊七有可能是个女巫的情况，他没有明说，但我相信你们都已经能够听出这个话音了。所以五你要是个好人，你没有必要在这边这么来聊。且无你站边八的逻辑，你给八上票的逻辑，你并没有分析三和八两个人哪个人发言特别好或者特别不好，你是根据其他人来站边这个八的，你的发言一点都不坚定，你是模棱两可的这种发言，你说了说三不好，说了说八不好，一是说的八留的验的这个十一这个心路历程像编的，你却反而就觉得这个八稍微聊的多一些，你就去跟八站边了。我觉得五和他平时拿好人的发言真的是差的挺多的。这张四呢，我觉得如果要是有女巫在的话就把四读了，但我觉得七出局是张女巫。我们不说这个了，因为五已经就是狼队已经应该能知道了。这张四他是起身跟我说，四号起身先说的三和八两张牌他没有听到一个人发言对吗，四起身先说的三和八他都没有听到发言，他去打了这张一，疯狂打这张一，说这个一你凭什么能保下六和什么什么什么，六和十一还是六和十几，然后这个二还保了个一，这个六也把一保了，我觉得这个一和二都站边的三，我觉得这个一不好，不是你都没有听到三和就是你这张四啊都没有听到三和八的发言，我一和二去站边的这个三怎么在你心中是个不好的行为了呢，那难道三在你的心中就不能做成一个预言家吗，你都没有听到人家发言，所以你的潜意识里告诉我八是你狼同伴，那一是好人，二是好人，三是好人，六是好人，这样十一他如果要说的是十一，那十一就是好人，那九是一张好人，所以四张狼人牌是四号五号八号加上一张十和十二里边出一张牌，基本上就聊这么多吧，十和十二里面谁是那张狼我不知道，但十和十二里面应该是开一张，剩下三张狼四五八这都是你们四号狼同伴告诉我的，我从他的发言里面分析出来的，至于我二为什么能把一保了，可能是因为水平问题，那今天就出八。那我站边三呀，好吗？就站边三了。不是四五的发言，我不知道在聊什么。五号牌起身，你盯着一张死人牌聊干嘛呢？有意义吗？你聊了你的聊天过多的篇幅在一张死掉的牌，你的站边其实，因为歪哥可能说的还不够清楚。我把你细致的站边八的理由说出来。你听三八的发言投票的时候，你的心路历程是这样的：三的发言太简短。八的发言你听了我一，你觉得我一像个好人，你觉得八验十一的心路历程也像编的，但是八的发言时长比三多，所以你投票给八了，就这样的心路历程投票心路历程的出现在你五的口中，我就很难接受你五是一张好人牌，再加上你起手发言的格式是先聊七，四发言二已经聊得非常非常细致了，那我补充一点，你四认为其实我特别当时特别想跟四对话的一点是，你等会儿可能你打不动我一了，等会儿保我的人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多，那你敢来打我，尤其蛮佩服你勇气的，好吗？因为你既然在这个位置起身发言说什么六有可能是个好人，但是又因为六保了一，所以六也要待定了，那你就认为一二三六，你不占边三嘛？一二六里面你打了一，你可能一六，也可能一二，
你别告诉我一二三六，因为你的发言从来没有透露一点点。你说四郎就是一二三六的可能，那你把外这边那张上牌给三牌打一打呀。那个十二呢？你的视野里面怎么没有那张十二号牌？十二回警下除了张六就是十二给三投的票，对吗？因为你听不，你跟我说你听不到三八的发言，你都能盘出这样的逻辑，那几个票其实你能看得到了。那十二投的票你忘了吗？所以我认为四五是两张狼，就跟二。那二的发言，这一轮他盘的东西，我觉得像个好人。不存在什么阴阳倒钩、什么钓鱼执法等等一些奇奇怪怪的，不是一个纯正的好人发言。那我觉得，那三是个预言家，对吗？而且三这一轮自己本身的发言，我在完完整整听到的情况下，我觉得是过关的。其实我打了四，对吗？验人的方向我觉得也可以。十一，那十一可能是四卖出来的一张好人牌，也不一定。当然也可能四在做十一的身份，这不能百分百断定。我在这个位置没有办法像歪哥那样直接把狼坑都点出来，但是我想站三的边。我在听。首先说一下自己站边的以及投票原因。首先，我站边三的原因是这样子：一是出于人性，对吧？他在那个位置，昨天跳了预言家，他接着又跳预言家，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他又不是我，对吧？疯狂跳预言家，我觉得没必我要。跟你们说第啊，二点是如因为果我觉三得是八的狼，预他言绝家对的不那可能个在这一盘心路历程还他是妈变留的。锦辉他在留这十一个位置跟我讲，他验十一是你知因道为吗？上一把的原三因，这轮为十什一么这么盘翻？他是有情绪的，实在他那心个想位是置，昨天老子是他妈上一验盘不拿一狼汉样。跳，你以你把我的救视出来，我角觉得还这么烦，十一让你们站站错边。的话配置比较我也猜高了，的话，那你验他们合并呢？站我跟你说，这个三没准是这盘是他买的验外之位更疑惑的人，站不对边也一直验那些站不对边或者三觉四，得你肯定是身这么份想，可疑的吧，或者他就位置想上比买较张预言家，像狼或故者意像发言好成人这个局德限行，一样。我所以觉得然这后点让这你们点俩站是错偏边，对吧？没有必要。然让他后们上一紧接站着的对话，边，我这轮的话听下来，我可能肯要定是站这逻边辑，成三我都了，没好意思原说。是四，对吧？四之前一号锦灰流流的都一不样，了了。另外一点是什么验呢？的你在那个验位置六起身，金先是水，这样子说，我操！我没篡改你发言，你原话是这样子：我要软站边这个八，好吧？那你软没站边错，八的这个话，那三你上票心给里八太的理明由暗，是什么呢？对吧？你没讲。然后呢，紧接着的话，你这又跟聊我一些心有里阴可暗能是吧？的败三绝心事里阴实。暗，那你聊一聊前置跟位我有什么阴暗？的五，就前置位无关的系。六呢？然后包括这个七呢？对吧？你不去聊，还有我这张十二你们号自己票，看的三十不八号，预言那你家。是不是要把六十二两张三要是预言家，他为什么还留对吧？十一或十者二？让我们表水表不干净水出对不局，对？对吧？所以我觉得，哪怕你跟七一而且样，大概七率在那三个是位买置，的预言家。你死之前的遗言是这样子说的，他觉得我六十二两张票上面这个三，对吧？那觉得我们，他要站边这个八，那我们六十二是不是表水表不清水？水的话是不是要出局？是不是要进狼坑观众朋友们，咱们玩一个游戏好不聊这好？个，然后紧接着时候你最后说是，哦，我要站边如果八，这盘你要四狼出这是个四三，五八那你加这个上话语是软站边十和十二里面站边一个，八吗？因为你你如就果把是手里软所站有边竹八的子话，送给你我好可能要听听外置位的几张疑似牌。如果他们聊得好的话，你可能会站为三。但是你四没有给到我你所要聊的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你四是张狼人牌。五去聊七，其实我觉得我有没有可能是张狼牌？因为赌前之外只有六号发过言，七号发过遗言，然后之后就锦上的言了。我觉得他聊一聊，我觉得。也不见得能打这张狼人牌，反正我觉得应该在我心目中的狼应该是四号以上八号。三呀，对吗？三号玩家，四号玩家先出局，不是，先八号玩家先出局，然后把警徽放我这儿好吗？八号玩家，然后再出四，我觉得七有可能真的是一个女巫走的，因为四特别爆炸的一点就是，因为我总归是个好人，是大家都认四是个狼，对吗？我肯定四那个对话肯定跟我十一不认识，那四号玩家你把我这张好人牌给卖出来了，然后呢，那你总归认我是个好人吧？你现在认八是个预言家，对吧？我直接就跟四对话了，那你认我十一是个好人，金水，对吧？那你跟着我金水票把八先给废了，好吗？四号，因为你打一不对，你要打一必须要把二打了，对吧？因为二是在井上直接给三号票的，那四是个狼，其实最后一张。狼就在90里铲，因为没听到90发言，12这个发言我能认下是一个好人，我觉得这局也没有倒钩了，对吧？因为唯一有可能倒钩的就是十二，但12这个发言我觉得是一个好人的发言了，那就是62。但是第一天啊，我跟大家说，都觉得是好人。第一天，然后七真的有，我跟你12号对的话，其实真的有可能是一个女巫，因为。但是第一天啊，真的是发言格式有就是一种飞狼祭神在那儿泯其身份的发言。他说，
七可能是个我们这局我们平常玩这个游戏，一般女巫大概率会开药，这次没开药，对吧？我觉得是一张神牌走的。那你觉得他是一个神牌走的，你把七的身份聊出来干嘛呢？对吗？然后我觉得十二跟五也是不认识的，所以说我觉得十二不是那个道公的。我是一个好人，是四卖出来的。那最后的狼就是在九十里出一张，九十在井。但是我不想这么认真玩游戏，你知道吗？因为这盘我玩的比较认真，我希望这盘赶紧结束。轮次。但是你看我玩这游戏，我平时吊儿郎当的玩玩还有点意思。你说我这但凡稍微认真一点点，就点了个四狼，菜包子，就感觉这个游戏，哎。什么？因为三号他在警察发言的时候说，他说什么绝望，就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绝望。哎，从人性的角度讲，你上把拿个狼悍跳失败，你这把拿个预言家，你为什么要绝望呢？你这句话就让我认不下，因为我觉得这个心态一定不是一张拿到预言家的那个心态。九号在井上是打过你三的，他认为你的情绪不对，不我认为九打的没有问题，稍微的是好人。但是你二的反应在井上，你就说这个九用一点力说什么这个三能退水是菜，你说这个九变菜了。但是呢，这个九是变菜了，但你心里面觉得九是个好人，对吗？但是九可是打这个三的，你是要帮这个三号票的，所以我觉得你二的发言是不好的呀。我在井上就觉得你二不太好，而且，歪哥，你要如果是个好人的话，你在井上你要号票的话，你会那么软吗？我觉得不至于。你对你的站边没有自信吗？我觉得也不至于。我觉得有可能是井上多狼，井下好人比较多。然后我是一个好人，我撑票给这个八，我觉得八验，验那个十一没什么太大问题啊，对吗？他如果验出来好人的话，是不是可以帮他带队呢？我觉得没什么问题。我在井上是不认这个三的。像一圈发言听下来的话，那所有人都去保这个一，然后你这个四打一的理由说什么一认下了什么六十一两张是金水，他没有保啊，他说的是大概率有可能是两个好人吧，他觉得有可能，他说的是有可能，我听的是让你四明显在篡改一的发言，这个四，盘一个都凑不了，而且你说的是什么，我会软战这个八，但是你的票不一定会投在这个三头上吧，四五八十，我是觉得四像个狼，四五八十，然后我觉得五错一个，其实身份反而偏好哎，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觉得五有那个二你是强打这个五对吧，你一也强打这个五。一我不知道，反正你一二现在都跟我站的边是不一样 的话，但我觉得四像个狼，狼面偏大。一的话，如果说你是个好人的话，我觉得你有可能要吃一。我现在目前为止，我觉得八没有站他的边呀。你们就送杀竹子吧，好吗？八三预言家有什么关系吗？我觉得没什么关系。六是一张，如果是个狼的话，我觉得他可能站边会果断一点。他是个好人的话，他可能比较犹豫。我觉得六还可以。我觉得五还可以啊，我先把这样结论，聊起身份的反而偏好在我这边。然后十二的发言不太好，因为你说你一圈听下来可能要去占这个三，你哪里是可能要占？你的警徽票已经投给这个三了，对吗？如果你觉得你的警徽票里面这个六是个好人，是点金水，那你是不是应该果断占这个三，而不是说现在听下来占个三？我觉得你十二也不太好。来来来，下注。哎，来，咱们来猜猜四狼是不是四五八十，好不好？我给大家分析了，因为我这边马上起飞了。我觉得这个四和十谁吃毒都可以了，但是是不是我先说站边三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样。第一点，一点一点聊。井上是这样，我当时也比较急。八这个位置有一点不好，我说三八发言都不好，三是过于简短，八发言不好的点在于说八那个位置。就他没有去聊为什么三做不成预言家，就他对三的攻击性太小，这是井上。井下就先不说站边，我觉得三的视角还可以，就是他在那个位置该盘的都盘到了，所以我觉得三的预言家没办法。万一啊，盘错了一个狼，皆是都反水。不怪我了啊，不怪我。那你我只是给你分析，不是我们的问题。然后我说一下，因为很可能是我最后一轮发言了，就十这个位置不好。的点在于说十这个位置去你去打十二，十一是认下十二的，那你去打十二，你就得打十一，打十一就得打八。就是十，你的发言是在于你忽略了，你的发言更相当于准备好的，没有听前面的发言，你懂我意思吧？你们有自己的分析，你们然后四那个位置是这样，就你们盘四聊的多么多么不好，但四就是这个水平，四确实聊的不好。但我觉得四聊的最炸的一点是，他上来就说一二中是一定要出狼的。就先不说他跳过二去打这个一，因为二保了一，但是你是怎么认下了一二中一定出狼的？我他这个信息没骗人啊，都说明一二中真的有狼。比如说这个二我说了，我觉得如此做作，但没关系，二不也占？
我觉得八一定是吧，先不着急。另外三个是我猜的。五这个位置确实不好，不好的点在于他聊一张死人牌，就他是张好人牌，他聊一张死人牌干嘛呢？但他要是个狼，他聊这些又干嘛呢？对，我跟五没玩过多少，我不知道他正常玩是什么样。确实四五的发言都不好，五那个位置聊死人牌，四跳过二去打一，盘了一大堆都没听懂。但是四他认一二中一定有狼，那他这个是从哪儿来呢？是不是说明一二中真的可能有狼？我跟这个三对话，你自己看着验好吗？就十一都这么痛快的反水了，你要不要验他？你自己在想。至于七是不是女巫走的，那不用聊对吧？明天你自己看吧。反正这是我最后一轮发言了，就估计是初八吧。过了。就我的意思是说，十我听着像个狼，四我听着像个狼，那个五因为没玩过，虽然发言不好，但是不是个狼不一定。二这个位置我总放不下，好吗？初不是不是四五八十就不是了，好吗？不是四五八十不是，他不能唱歌的。老人，这张一和我的井水牌十一号，请你们不要通过外置位的定狼牌或者 X 身份牌来判断预言家的身份。对吗？如果你们依然要一意孤行，请在这一局结束之后回去看 JYC 成都店表演开业表演赛第一局。你们一和我的金水判断预言家的之后回去看 JYC 成都店表演开业表演赛第一局，你们就知道好人的惨痛教训多么的严重。好吗？本局游戏的死井水牌十一号判断预言家的身份，回去看 JYC 教训有多么的严重，好吗？本局游戏的四张。我操！我不能站错边了吧？我操！我不能站错边了吧？等我想想，我想想，我想，我操！不，我想想，不会站错边了吧？他要发言还好，他不发言，听不见我发言吗？用我发言吗？我操！是黑麦了吗？哎，他黑麦要出错了。石头狼二聊八之后最后一狼牌，他不可能把十二打入狼根，这是二十个狼的点。十二是个狼点，是因为十二号玩家，你作为一张好人牌，上一轮在那样发言三八两张牌，上一轮三八两张。我操！发言差距如此明显的情况下，你不敢上一轮票，这一轮我自认为我八。去你妈的！这还能是预言家？我的天哪！八十，我操操！四五八十，我操操！四五八十，我操操！嗨呀，还让我蒙对了，还真是四五八十，我的妈呀，还真是蒙对了，我操！哎呦，咱等出去再结账好吗？等出去再结账。说发言。家，我的天哪！我不知道，我看一眼。我有点人家是敢继续盘吧，无所谓的，因为我是个预言家走了。哎呦，开刀吧兄弟，反正女巫也走了，因为我认为五挂胜，觉得我盘的没有什么太美的狼人牌来定胜定预言家的身份。好吧，女巫走了，扛推个狼，没什么，是我发言卡麦了。如果他们三刀三个神的话，应该还能赢。我问一下，是不是我卡了？如果卡了，我再发外遗言。如果女巫在场，如果女巫还在场，希望能还有机会，
好吗？我问问。没有卡麦是吗？好吧，那。世界亲爱的别说你四，如果是个赤毒的话，这个三是个赤刀的，这个三是个赤刀的，我的天！那他如果自己砍自己刀有什么收益呢？没有什么收益啊，在这个局，那只能是升，就是扛推我们好人牌，站错边的好人牌就有收益，对吧？不对，扛推站边八的好人牌，应该是这个道理吧？那刚刚站边的就是我五和这个十。我十是一个好人，我不能出局。如果我出局的话，这把肯定要输的。就算我站错边，我也是个好人牌。我刚刚没有看到这个三是那个是三四双四，因为我觉得四大概率是那张赤毒的牌。那如果三倒牌，他真的是个，我不太信他是个预言家呀。八的遗言我也没听到，但我上轮是站边八的，我没有改我站边。如果啊，我就说如果我万一站错了边的话，那我也是个好人，我不能出局。我跟你十一号对话，你现在拿着警徽对吗？拿着警徽，你反着水，你可能是个好人。我不管你三跟八谁是冤家，你十一我认你。听不下去了，我操！天黑请闭眼。哇，感谢大陆的夏天送的佛耀墙，多谢多谢。天亮了，感谢大陆的夏天送的佛跳墙。
感谢大陆的夏天所发现，多谢多谢，多谢多谢。我跟你十一说，我真的是个好人，我觉得你应该是张好人牌，我就是站错了边，我头铁。我想想啊，刚刚三四五四五十八四张牌对吗？我不是一张狼人牌，我站错了边。我现在开始跟你们说我为什么站错边，因为我真的觉得三那个发言，他在井上就说什么他很绝望，我觉得真的认不下他好吗？我平常站边都是用这种非常潜意识心态的东西来站的，你们也懂我的，我不是一张狼人牌。我刚刚看到三四双死，我还在一个非常懵逼的状态，你们觉得我像个狼吗？我不是一张狼人牌。那一是个好人走的对吧，我觉得应该是二十二吧，反正不能出我。那如果三是个冤家，六是金水，那还打什么呢？六是金水，二像个狼，五自爆了，五是个狼，五是个狼，二打过这个五，那二有可能是个好人了。感谢大陆夏天的佛跳墙。哎，我不知道，但是我真的不是个狼，我真的真的真的不是个狼，你们不能投我，就是十一号你懂的，你不能投我，你知道吗？投我这把肯定就狼又赢了，因为五是个狼自爆了，那肯定就是很多人就觉得说是不是就是裸冲了之类的，我真的不是，我是唯一那张站错的头铁的好人牌，你再去盘吧，我觉得九可能是个狼吧，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只能告诉你们我是一张好人牌，我用张加持卡告诉你们我是张好人牌，我不能出局，如果我出局的话，那这个游戏肯定要输，因为我认为场上现在还有最后一张狼人牌，最后一张狼人牌有可能是这个九，也有可能是这个十二，二十二，二反而好一点了，对吧？如果我站错边的话，那二就是一张站对边的好人牌。嗯，我先发言这么多吧。那九的狼面跟十二的狼面，我觉得应该是九的狼面比这个十二还要高一点，因为它是井上井下言行不一的一张牌，而且他那么着急要上飞机，对吧？他有可能就是一张在藏身份的狼人牌，我会着重听九。真的，就我跟这个十一对吧？你把这个十先扔了，就你，我不知道十在这里演什么，然后你最后去找另外一张狼人牌，四那个位置肯定是个女巫了，就不用想了，就四那个发言啊，不是个狼就是个女巫，而且也只有四，就是。肯定不可能说外置位处女巫不就三把四读了吧，所以只能是四是个女巫把三读了，但肯定是读错了。那我跟人十一说最后一狼，我觉得是这个二，就二那个位置上来打四五八三狼嘛，就我觉得就我跟你十一说二的视角一直奇奇怪怪的，因为我刚才还断线一下，上轮什么情况我不知道，我是翻那个死亡记录才知道三四五双三四双死五死爆，就二虽然打了五，但我觉得二是从一开始就想要做身份的一张牌。十这个位置是张铁狼先出，好吗？然后六是金水，就是我觉得十。行，是，就是十，你站边八，然后三四双死，你能认为三是一张吃刀的牌，四是一张吃毒的牌的时候，认为你十就一定是一张开视角的牌。因为其实我的视角跟九差不多，因为我认为三四双死的时候，我认为四是张女巫牌，吃刀把三破了，对吗？但是你十告诉我三是一张吃刀的，四是一张吃毒的牌，那我认为你十应该是一张狼人牌，那大概率一得是张女巫牌，对吗？那这个位置先出十吧，如果游戏没结束再盘别的，好吗？哎，不是陈一平，我就说你变菜了吧？你不是你现在整天都在干嘛呀？也最近也没怎么见着你，你天天在干嘛呢？你就天天陪小米玩呢？你也我狼人杀也就放下了，我二号还能使上狼人牌？不是，就是你要出，你也是先出十，还有一个方案。那不行，也不行。我是那张女巫，我提前读的，因为这个局啊，狼人已经都裸了，在第一天，四狼裸出来之后呢，他们觉得七刀出去的是个神，那七有可能是个白神，有可能不是。那一旦我为什么没救这个三，我就想这局赶紧结束，我救了三，对吧？三还得逼逼，我要不救三呢，三得出局，我还能毒死一个狼。我就先把这个四读了，这样呢，三四双死是不是发言人就少了？
那这个游戏是不是就能快点结束呢？我就把一个三和四给读了，然后第二天刀的这张一号我没救，为什么不救一呢？因为救了他还要听他逼逼，我就没救，我就想赶紧把这个十和这个五，哎，五是先自爆的才死的意外，我就想赶紧把这个十出了就完了，然后就是我心路历程，我就说多了。我是想让这个游戏赶紧结束，因为这个游戏在第一天第一轮发言之后已经就结束了，所以因为第一刀没刀到女巫，所以十出局游戏结束了。十确实挺局气的，把十出了嘛。陈一平，你要加油哦。不是啊，那最后我跟你八对一下的话，我上一轮不是说是没投票，上一轮我是出去真的取外卖了，没投上票。哎，出，哎呦妈呀，小刀呀，怎么办啊？你都这么苦口婆心了，我帮你出一张女巫牌，你能赢吗？我帮你把二出了，然后。你好像也赢不了呀，对吧？你要拿谁扛推呢？啊，你就自己自挂吧，好吧？我觉得没有什么打的了，初十吧。感谢小乔蛙送的邮件。不是因为这个局没有必要再听什么预言家发言了、啊，再听什么人发言，已经四郎都裸了第一轮。他们唯一不交牌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觉得真的到了女巫，那他们找四神就可以了，那他们不交牌那就不交牌吗、哎、陈一平这个逼操他妈真的是狗啊！这陈一平真的菜，陈一平是真他妈菜，哎呦，陈一平是真他妈菜，还他妈投我啊，狗逼陈一平。游戏四五八十结账，四郎是不是四五八十呢？是，看我说四五八十，你们观众不信我，非有人压不是，不是，我都劝你们了，我说这盘啊四五八十，你们白给的竹子你们就不要，我真的不懂你们怎么就不信我，你们这能不压四五八十的？不是你们盘逻辑啊，盘票型啊。哎，我也是醉了，你们这都不信我的。我看看有没有人吃鸡，没人吃鸡我就跑了。有人吃鸡可以吃会儿鸡，不想玩狼人杀了。我觉得至少今天不太想玩，我觉得没什么意思。感谢大家送的礼物，感谢 XM6 巴拉巴拉嘟嘟圆小米布米送的烤鱼。感谢大家送的竹子。哦，对了，你们不是答应我说我要是说对了，你们就把所有竹子都送了。对不对？你们不都答应我了吗？所有竹子拿来啊，拿来，拿来，拿来！感谢伤风的狼 SIR 送的烤鱼。没人跟我玩了。竹子，竹子，对吧？愿赌服输。感谢大。大茄神送的龙虾，感谢大茄神送的龙虾。我找找人有没有人玩。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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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没人玩了，他们都不玩了，他们都不玩了。就说好的玩两盘，他们都没人继续玩了。小 AK 休息了，小 AK 明天早上要来北京，他们要。跟小 AK 吃鸡去了，感谢家家小送的龙虾。哎呦，不是真的，真的不想再玩狼人杀了。今天不想了，不是代表以后不想，以后再玩吧，好吗？以后再玩吧，过两天再玩。明天我要去那个 GIC 五道口店，有没有北京的观众想去五道口店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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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一定找不到我是女巫的，哎呀，因为狼人肯定心里觉得他们刀到女巫了，所以我跟他们说这个人像女巫，他们一定会觉得是女巫的。至少我不是女巫，至少他们找不到我是女巫。不是你们真要看我玩英雄联盟吗？你们真要看我英雄联盟吗？对对对对，如果这就是爱情。Hello Hello， 喂，哎。拉我哦，拉你吧。好，打一盘，打一盘，我先睡觉了。本来今天就没怎么睡。你拉我，你拉我。你在队里。你拉我，你拉我。你退队，你先退队。退了，你拉我。哎，你吃盘鸡好吧？哦。哎，我把饮料叫来了。哥。那咋整？王正义。那咱们三个人玩吧，好不好？行行行，小阿 K 好像是说累了。他非要喊我打一盘。那要不然你来呗，那你就来呗。金田花花 KYK 送的龙虾。是。我去。我就这么善良，我直播都关了，我都跟观众 say goodbye 了，say good night 晚安了。那大退吧，那大退吧。好吗？太没素质了，开始。你们要真想看英雄联盟，我可以下一周开始播英雄联盟。哎，我想看，真的。我可以，但是可能现在会很菜。我只能打打黄金局，都不一定能够 carry 那种。我好久。大哥，改天我们英雄联盟 solo 一下怎么样？别，我们开黑多好呢。一样。solo 干嘛？我正在上，我正在上。也是，如果我赢了，外哥没面子了就。你是狗。哎，那个之前李斯不是还要找我单挑魔兽争霸吗？不存在。你们俩谁厉害啊？我不知道哎。你说以前吗？以前李斯是打什么的？Dota 的，我不知道、啊。他妈打 Dota 的，跟我打魔兽争霸的怎么比？这就好比玩王者荣耀的跟英雄联盟的比。就是他也打无三的，他也打无三。不是，这就好比，这就好比，对，那个王者荣耀的跟英雄联盟的比，这就好比打英雄联盟的跟 Dota 的比，这就好比打 Dota 的跟魔兽三的比。这是饮料，你在先进游戏吗？我正在进，我正在进，就好比打魔兽三的跟打星际的比。这逗，李斯，我操，干他 ！Dota， 我当时 Dota 也很厉害的。哇塞，这个自爆的图片。你们俩谁 Dota 厉害？拉我。应该是 KS 吧？我是在 VS 那个时候刚出的时候玩 Dota 玩的。KS 拉我。后来就去玩魔兽世界。哎，
JY 衣服换了。我操，那肯定啊。哇 ，JY 要跳槽啊，你知道吗？所以就换衣服了。哇，没看他最近正在每天喊车票，到时候你就是车，哎，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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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跳，是被开除了以后，因为礼物收太少了。所以感觉马上要被踢了，马上被踢了。如果要是礼物最近收的多一些的话，没准还能留下来，也是麻烦观众朋友了。对，真的，如果我外哥耽误礼物钱，每天什么一万个车票，马上就这个熊猫平台给我外哥单开一集，就一万个车票 SSP 级，一个车票6块钱，一万个车票。嗯，也就才6万块钱，那不就是60个墙的事吗？对，那不就60个墙的事。但是车票和墙不一样呀，你想想，有6万个车票，那下一步不就是60个墙了吗？哇，那感觉不太能。就是，你想，哎 ，KS 是狗吧？那个、你他妈就趴着，不让别人跳。真的贱！我这么多车票，我操！带了个队友，为什么要带个队友呢？因为没点那个 auto matching 那个东西。你行不行啊？你们说跳哪儿我就跳哪儿。哎，我标个点儿，我哎，咱们仨标点去机场吧，点点去机场。到了机场咱们不跳，咱们到机场咱们不跳，好吧？看这个队友他跳不跳，好不好？我操！行，那我们跳哪儿呢？我们管他妈的跳哪儿，先飞过去再说。我操！他不跳，还是不跳他。我操，这个人够狗的，他跳，他跳，咱们跳 L 城。我先把那个队友的语音给关掉，我怕他等会喷我。完了，我操，他不会来我直播间吧？我就是男朋友。完了！一会儿来说你没素质，他已经跳了，他反应过来了。哈哈哈哈。就是为了他好，跟咱们三个一起走会死得更早，这样他自己能够，他只要是能够活着走出机场，他一定是能够成大事的人。一个打四个，打不知道多少个四个。我操，不会来我直播间吧？一会儿就去你直播间骂你吧，真的。哎，我要他哎，观众朋友们，他要来了，你就跟他解释一下，就说我卡了。开伞那队友怎么办？他说你的队友我们仨都卡了吗？那肯定是你出的主意啊 KS， 你又没开着直播，他说说你就说说你了。对吧，饮料身为我们公司，我司 CEO 也不能被骂， KS 就委屈你了好吗？可以可以，我就委屈好了，委屈一下。有人吗？怎么着？没人，不知道，好像没人。哎，好像真没人。哎，他没准还能杀人呢。 No。哎 ，K 神，你明天什么时候到北京？10点的高铁。那你得晚上才到。我去下午的，我去哪个站？我去接你啊。不是你别，我不信。哎，你他妈看看，我让他跳的地儿，哎，是不是在圈里？是，都是为他好。干嘛呢？一切都是为他好。干嘛呢？咱们还得找他去，我操！哎，咱们找到他不会把咱突突死吧？有可能。那我们举报他呀，我们举报他屠杀队友啊。操，那天我为什么没举报李小松啊？他屠杀军迷。哎呀，我靠，我举报了，我真举报了。昨天我们俩附中训练来了，真的特别痛苦。操，那个训练真的，我觉得我经历了昨天之后，我的吃鸡水平又上了整整一级。昨天你们跟谁玩的？李小松和醉鱼双排打出了比四排还痛苦的感觉。我们是四排打的跟双排一样。不，比双排难，比双排还难。他们还会分你东西，你知道吧？主要是。哎，没有，巨母鱼基本不分，巨母鱼基本不分。刘小松，我的子弹呢？有没有子弹？给我子弹。有没有劲？有没有药？还得分他，分了他。我操，98K！我操，我已经到手了。可以。主要是分给他，然后就死了。你分给他，然后他就死了，主要是这是最大的问题，倒不是因为别的。希望咱不要一枪未开就死了，好吗？咱们队友都没死，咱们拿什么死？有脸吗？就是，
哎，我们队友活得好好的，是不是杀人了还呢？没有，没杀人，但是他还活着，让我很惊讶。他是落机场了吗？我看一眼。是他在 C 字楼，我操！哇，操，牛逼！早知道一块跳了。就是啊，我操，这他妈狗！哎，怎么回事？咱们说跳。谁出的主意啊？真是，我靠 ，KS， 怎么回事？我对对对，我出的不是我刚才没跳，是因为我卡了呀。对不起，你们也卡了。就是我卡了，我电脑，我是真卡了。有问题。我操！我是真卡了，没开玩笑，我是真卡。电脑是真的差。哎，好穷啊！这盘我靠，什么都没有。我也很穷。你九八 K， 你很穷。没劲。有啥用呢？问题是。我操 ！KS 四倍镜。嗯。我捡了个八倍镜给你。真的吗？我操。可以吧？可以可以。你拿个扩容弹。那我给你，我给你四倍。我看错，看错，看。看错，你们谁有个红点帮我捡着？看错了，看错了。操。是。我还以为。有红点记得帮我拿一个。那都用全息，那全息贼厉害。我怎么被炸死？我还是觉得红点儿。不会遭爆呀！不会遭爆。那我就不会担心。我好几次。我操！队友还他妈活着，还他妈厉害了这个。他会把机场屠了吧？我靠！一会儿我们开船走吧。这人是不是哪个职业选手的小号？有可能。你想跟我歪哥拍到一起的，一定是直接。这个人一看咱们三个，这个心想着，哎，这三个菜逼，还得老子带他们吃鸡，结果被三个人抛弃了。哎呦，我的天哪，穷成麻了。我也是。九八 K 的子弹袋我帮你拿着了。红点要吗？我要红点，我要红点。我带一个，我给你带一个。九八 K 的子弹袋我帮你拿着了。我有屠宰板，那你是要子弹袋还是要屠宰板？嗯，我个人觉得子弹袋好用。行吧，那你给我等拿个子弹袋，子弹板等会儿给你们 nice case 的人用。对，有多余的扩容记得拿一下啊。没有。餐厅你们搜过了吗？我搜的，我搜。不是餐厅这种地方，你以后跟歪哥玩的时候，你能不能不要问啊？老是问这些没意义的话题。另外一个肯定第一时间就奔餐厅啊，就是啊，过分。有车吗？那个车库？没有。那咋办啊？我们坐船走啊，肯定坐船走。哦，说的是。有船？你们那边都搜过了吗？都已经。哎呦，坐车坐船啊，这是。那个三仓你们谁搜的？我三仓我没搜。我就是在那个地方搜到的。嗯、你们有没有没搜过的地方？我们坐船走还是开车走？说实话。坐船吧。现在就可以坐船。现在有点远啊，这个船绕的。找找车。哇，这边你们都搜完了吗？哇操，你们搜的效率他妈也太狠了，你们是狗啊！我就搜了我那边一点儿，没搜。我找找车，我找找车。你们有762子弹吗？多余的。我有。有。我可以给你38发。因为我没有，我是 AK 加98K 的双十，我没那个，没556的枪。556的子弹搜到的话，帮我们拿一下。我帮你们拿，抱歉。我去找找车。我操，队友还他妈活着！哎，我看到辆车。去吧，去吧。我们得走了，是真的，这个圈有点远。我那怎么走？我真的得走。这边连个船都没有呢。豹子，那是什么车呀？你俩？是我这我往这边跑呢，是辆摩托车，主要是看两座的还是三座的？啊他妈不黑了！三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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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座的摩托车。你看，咱们安排一个战术可以吧？我操！我这有人，上面好像听见枪声了。看到了，看到了，摩托车。太快了，太谁给我个劲儿，谁给我个劲儿，红点儿什么的。子弹袋我扔地上了，谢了。那个什么六二子弹。哦，给扔地上了。给你们个屠宰板，谁？我操！谁？哪？那哪打我？
前面那个山上，山上山上 ，W W， 我他妈就一个红点怎么办？我们是开车走还是怎么着？走啊，当然是，别在这磨叽了。走吧，走走走，开车、啊、开车，走走走走，快走快走。K 神开车 ，K 神开车，我开这玩意儿。哎，这他妈！走走走走，我操！这他妈的！我加枪，我加枪，我加枪，你先救。好，那你加枪啊。我他妈加枪就是随便打。他妈别打了，多威哥，操你妈的！随便打一打。这已经都死了，已经死了。队友，队友笑看咱们一群。哎，咱们可以看队友玩。是什么？我操！队友玩可以看队友。你不是拉枪线吗？我是拉枪线，但我也拉不了一队啊。都闭队了。我操！我操！我操！OP 队友，我操！队友贼厉害，队友贼厉害，我操！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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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退，看看队友。哎，他这个连喷上面是个八倍镜吗？不知道，反正我们死的挺惨的。啊，真是就是 KS 非得要打，跑过去拿酒吧。我没打，我没打。哎，别退、啊，看看他玩啊！不行，我要看完他玩。我开盘，我开盘。别！哎，那我溜了，等会儿你们俩双排啊。好好，我好好。我溜了，我溜了。你真溜了？我真溜了，我真溜了，太好了。我直播都关了。嗯，你忙忙忙，明天见啊，明天见。拜拜。拜拜拜拜拜。开盘开盘，压他能不能杀人？哎，你走之前把队退了 ，KS， 别忘了。他已经走了，已经跑了。我退出来了，那队友在干嘛呢？你从连过来，巨牛逼的队友，我操！感觉看他的操作好像不是个高手。那为什么还能活到现在？这是缘分，一定。杀过了，你们怎么就看见他们杀人了？你们怎么就看见他们杀人了？怎么看到他杀人了？杀人了吗？他没杀呀。我没看到他杀人，我们底下会弹蓝字。什么时候杀人了？那就是再杀人，好不好？就再杀人，反正我们看见他杀人才算，好不好？可以。KS 好了没退队，咱俩得重新拉。哦，没事，咱俩重新拉就拉吧，没关系，没关系。就你们现在的注就当是已经下过了，还是要重新留盘重新下？就他再杀人，都行，好不好？可以吧？好吗？既然他刚才杀过人了，说明这个人还是挺厉害的。我操，其实有时候看陌生人玩也挺牛逼的。他把那个 SLK 上面装了四倍镜，没准这个真的是个打法呢，学一下学一下。SLK 上装四倍镜，对，他装了个四倍镜，刚才是装上个八倍镜，我操，太牛逼了！你看，你看是不是？是不是？刚才那个是 SLK 吧？我操，他里还有消音，我感觉能杀人，观众朋友们，压能啊，我感觉能杀人，还有消音。开他妈什么语音？开语音不就骂死我吗？开语音，开小的语音就骂死。他在这干嘛呢？他在这干嘛呢？他不会要炸自己吧？他把自己炸死吗？他觉得孤独。我操！他觉得，感谢大爱米妹妹送的两个龙虾。
才不开，才不开，不开语音。开，行行，开开开，听听他说什么。哎，他没说话，我能听见的。他要开，他肯定就能听见，因为我有警队，我能听他说话。他没说话。消音！我操！他妈打个招呼！你们是狗吧？你们就想让我被骂？我才不骂！不是，我才不打招呼！我操！他妈打个招呼！你们是狗吧？你们就想让我被骂？我才不骂！不是，我才不打招呼！对，他应该让 KS 在的时候打个招呼。我不说话，你们真狗！我操！你们让饮料，你可以跟他说说，说兄弟，让饮料说。我说不了，我退出来了，我操！说不了，我退出来了，我操！我这摄像头太大了，我肯定说不了，我退出来了。我这人还挺行的，好像还在毒圈，在毒圈里带毒圈嘴吗？他就是卡着呢。我真挺行的。哎，他这个我看你这边，他那个屏边上那个蓝光是什么呀？不知道，这个是可能是 bug。看着就跟禁毒了一样。哇，这么搞这个人，孤不孤独？他看到所有人都退了。不能带我们吃鸡，不可能。人家不一定是中国人。你让饮料连回来，让饮料问，他一定不是中国人。中国人没有人弄黑人的，他一定是印度尼西亚人。谁说的？大宝他们就用的黑人。大宝是他妈中国人。这个人是印度尼西亚人，肯定的。这是亚夫。亚夫，亚夫。我他妈不说，你们真的狗，我才不说。有什么好处吗？有什么好处？好处一张车票。你们现在有什么好处？一张车票可不行，那不行。这他妈说了就有什么好处？先意思意思，有点好处再说。你这个人太没素质了。哎，你别说，这人还真有可能一会儿吃鸡了。嗯，有可能吗？我觉得有可能。我也不知道那个人在干嘛。亚夫前十，我靠！可以可以。拍拍拍，对吧？有没有那个？有没有那个？9999猫币的那个东西，啊！我操！这个圈真他妈惨！怎么了？他的，你看他那圈儿。我慢，我看的慢，我看一下。哦，你在我直播间看，你没进游戏。对，我在直播间看了。明天车票抵。哎，他必死。那不是这根桥怎么过呢？不可能的。他手里就一把 S12K 吧，有辆车，哦，有辆车还行，不贵，我能逼逼，我就是为了让你们送不了我才不问，我才不想找骂呢，你们也别送我好吗？我也不问，咱们就静静的送了你就去了，默默的，咱们就去问了，默默的为他祈祷，好不好？
但是哎，但是这个人是会玩，你看，你看他这个路线走的，我操，就特别带感。他看那个视角都是对的。我操，还他妈真的有人送枪，你妈逼啊！问，快！感谢一名闭眼玩家送的不要钱，我问。二倍镜，四 ，Hello guys，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他不理我，这样，他不理我，我叫他了，我操，我按了，我说了，哦、为什么他拿这个挂八倍镜了？感谢一名骗玩家送的枪，你是狗吧？多谢多谢。他为了看，他这样的话比那个换就是换镜快。换枪比换劲儿快，他就为了有个劲儿可以看。我问了啊，就是比较。Hello， 他不理我，他不理我，他估计没开小队语音。我操，无人无机。我看见宋了，我也打招呼了。你骗人强。不是，我问他了，他不理我的。我打招呼了，我怎么办了？这怎么办？这两次接下来了，我他妈开语音了，刚才你自己看按键，按住 T 了，刚才左上角已经有那个麦克风声音了。一点诚意都没有，换个办法。我问了。我开语音，我问过了，我操，他不理我，我他妈问了，哎，真他妈狗你们！啊，这样吧，我替水友想个办法，要不然你唱首歌。不是啊，我问了他，我说了送枪，我就问，但我问了他不理我，他不理我的。想办法。哎，在吗，兄弟？我说你好厉害，完了，你要死了。死不了，活了。你们自己看左上方名字旁边那小喇叭，刚才都有。他不理我的，人家不理我怎么办啊？而且我觉得这个一名闭眼玩家这个观众，他应该也不是为了让我问，他就是觉得我直播好看，送我个礼物。我操！我觉得不是为了让我问才送我枪的，他只是恰巧这个时间，他刚开我直播间就送了。我操！我不知道他哪国的，不是英语怎么？我是这么觉得，本来人家已经我们把人家坑了，我们已经挺对不起人家的了。然后人家就剩一个人，我还在旁边叨逼叨给人家捣乱。你们想想，你们自己被三只狗坑了，然后你坚持到25人，刚才被一堆人打，旁边还有人说你要死了，这不是他妈的？真的社会这个人，哎，我觉得他真可以，这个人他还在圈里，对，哇，我他妈不会印度尼西亚语，你们谁会？你们上来，我靠，这是真的狗，天哪，这是叫什么？这是什么？YVI， 我操！哎，这个名字就感觉是个高手，真的。是。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感觉自己瞎逼起的吧？这个不是，就是叫做歪哥，你有毒这个名字翻译过来。我操！那就真的没骗你，那就是宿命中的人了。对，这个名字就叫歪哥有毒，翻译成中文。我再问问他，兄弟，你是中国人吗？他不理我，我觉得他有可能没开那个语音频道。哎，我没骗你，真的，这个翻译过来真叫歪哥有毒。
我没想到这个人还能饮料，这他妈他要是吃鸡了，我们就去把小孩可以拉回来，告诉他再去他妈修炼五百年。不可能，他要吃鸡了，我把电脑吃了。绝对不可能，我不信。哎，挺好，他如果吃鸡了，我给你刷个佛跳墙，然后你把电脑吃了，挺好。不是，他要是能吃鸡了，咱们三个到底干了一个多么蠢的事情？咱们把队友，咱们三个把队友他妈抛弃在机场，咱们去一个没人地方苟着发育。就是发育完了，找辆车刚他妈要走，被人击落了，然后看着队友吃鸡，去他妈不可能的这个事情，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发生如此低概率的事情。就怪小阿 K 对吧？出什么馊主意？不可能，不可能，吃不了鸡的。我给你们分享，他那个蹦蹦停在外边，已经有人知道他在厕所里了。你看来了，他马上。但是知道他在也没办法。因为通过蹦蹦这个车可以分析出厕所里面至少一个最多只有两个，不可能是四个。对，你看，你看，瞄着他了，瞄着他，看，看了吗？看了吗？我操，我操！哎，这个时候他要出去，岂不是好机会啊？嗯，没戏，这个位置基本上死了。他八倍镜啊！八倍镜他也打不那个 M4 或者 M1 装八倍镜没啥用的，他肯定死了，他肯定死了，嗯，肯定死了。你看多少，就看他什么时候选择什么时候出去了。他如果愿意想吃点毒再出去，没准能苟下来。空投，他这是连发枪吗？我操，他要打吗？不能吧，他刚才打了没想到。哦，我你有延时是吧？对对对，这能打得到。 你连回来饮料，你连回来能连。我连不回来，连不回来，我就在那个等着这个界面呢，连不回来。哦，我是自己退出就连不回来，如果不是自己退的能连回来。哇，这瞄的真的可以。我去，坐等吃鸡，不存在吧？不可能，他妈怎么可能吃鸡？他吃鸡，我他妈就吃电脑了。他该走了吧？还看点这个圈儿，鸭有毒。这个圈儿他来不及了，他怎么跑都是死啊！毕竟缺少我们这种强力。减肥，还有十六个人。他也不打药，他也没药。他打药打慢了，已经刷毒了。然后说你开始恐慌了。就他开车不是炸了？都说他不能开车，不能开车，只能打个药跑。我操！开车牛逼！开车觉得能扛两发子弹，直接进城。扛不起了，他没死，牛逼！他没死，牛逼！我还在圈里，我操！感觉我们真的干了件很蠢的事情，我操！狗到决赛，我的天哪！我操！真的跟小阿 K 说一下，这个人干了一件蠢事。他是不是没有急救箱啊？没有医疗包，没有急救包。他很穷的。打绷带的，我靠！没有急救包。我操！哎，你不是为了节目效果特地找了100个演员演的这场戏吧？我操！不是，刚才他那个崩子就是牛逼，那个崩子那个车后面打肯定打不到人。对，他有那个座椅。哇靠，这人对这游戏的理解太牛逼了。我操，狗进了前10、前5。
哎，我们怎么一上来抛弃了这个人呢？别乱说好吗？我是卡了，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回事。说跳机场，我卡了吗？不是，啊，你们不是看我没跳才跟我陪我去的那儿吗？是是是是是。主要你刚才还因为了1000块钱，哎不，因为1000块钱去 diss 他，说兄弟你快死了。哇，他死了，他怎么？他差一点儿，咱们排第四。哇操！可以可以可以。他枪不太准。单排排四排第四可以。但是他没杀人，啊，这样还是不行。哦，死了死了死了，看他死了。我拉你，我拉你，找找你。哭没杀人。你拉我，你拉我，你拉我。潘大六个八。好了。哇靠，可以，真可以，这个人。玩一盘我跑了，我也。行行行行行。明天还得走，早点出去。明天还上学吗？小米粒。明天不上了，明天去带他买点东西。不上还行。嗯。哎，觉得刚才我们哥们们，觉得刚才我们队友非常厉害、非常努力的朋友们，可以刷一波竹子，为了他好吗？大家可以点一波右上角订阅，为他刷一波竹子。或者买一波车票。我跟你说，他如果在你直播间，我靠，好吗？他一定在我直播间。他看看这种队友怎么还有脸直播的。这个竹子我们就当为他刷好吗？看看这帮人到底是多么没素质，我太过分了。我去，真的，这盘点哪跳哪，好吧。双排我们一定要相信彼此，千万不要出跟上盘一样的问题。上台还打啊？还这儿吗？还跳。咱们跳这个地方，打完劫，然后。哎，你他妈是狗吧？我还能骗你？我还能不跳？双排我还能不跳？万一呢？我靠！你这个人心计真他妈深，黄真义，真的，你他妈心计太深了。我还能骗你啊！我操！你骗我？哎，好多人，好多人。咱们把这里边的人都杀了，然后咱们去监狱打劫，好吗？我们只要活着出去，怎么着都行。我们先活着出去。两队，看到两队。两队才四个人啊。嗯。你杀俩，我杀俩。看一看。你跳哪儿？我跳餐厅，但是我好像是跳不到，因为这个人已经去了。嗯，我跳你旁边吧，我看得见你。咱俩跳这位置有点悬，人挺多的。嗯，餐厅落了两个，两个人不一定是一队的。希望有枪，没枪就射了。P92，我操！坏了。P92。完了！找枪！我操！你别死了！我去找枪手，去找枪手！完了！我操！操你妈！不是，后面有人拿手枪打我，然后他就看见我了。我本来在这蹲，他蹲的挺好的。我操！哎，我们说好的呢？流盘了，还没封盘呢。我给你报仇，然后把我自雷，好吧？不用，你就先帮我报仇。在哪儿？就在我死的那块儿，就在那个餐厅后门那块儿。我把 M16，你又把 M16是吧？
是这个，是这个是你吗？哦，对，这是我，这是我，这是我。可以，可以，可以。看到了，看到了。打死他！我知道，我知道，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他已经死了，他已经喝了，他已经成了。等一下，还有，还有，应该是两队人各剩一样，剩一个。找一下。对啊。看见了吧？嗯，在那个楼里头，一楼有一个，另外一个刚才好像跑过来了。饮料大神，嗯，上不？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我把他们俩弄死啊！弄死了，我再把我自己弄死。准备弄死就有点亏。喂。观众，你们先别说话啊！看饮料大神这波精彩的攻防。哦，已经听见里面有人了。嗯，我听见了。你们看看这细节，你们学学。饮料大神不光玩狼人杀信息。我操！你看看，我操！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你丫用红了吧？怎么他妈开枪这么快 ？M16 啊，这点杀。你他妈开 M16 又不能自动 ，M16 是连发，两枪就能打六发。你他妈用红了吧？绝壁没有，用了红死三家。哦，那你没有，真没有。啊！我操！我还能就你用红？我操！不是你的水平，我能就你用红？操！左边还有人呢，大哥，左边还有人呢。我知道。左边还有人呢，刚才。甜一点，甜一点，甜一点，试一下。对，就这里边有人。等一下，等一下，喝个饮料。先把这些东西全扔地上先，等会儿啊。这个拿着，这都不给他留着。我操！哪儿呢？刚才我们是在这儿看到个人吧？是的，是你杀死那个人之后，他就在那块儿。他跑了？不能这么怂吧？就看我饮料大神就怂了？这大晚上谁受得了啊？这他妈也太紧张了。那我他妈自杀吧，感觉。别自杀，你这打呀，你自杀什么呀？哎，这个好像是还行，这个圈。这圈儿都杀这么多，你杀几个了？我杀一个呀。都杀一个了。哎，等会儿。谁的喷子子弹的事儿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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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操！我又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哎呀！啊、听到子弹声音了，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听到，行，拜拜，我操！走了，拜拜，拜拜，应该，走了，观众朋友们，我走了，拜拜，大家拜拜，走了，拜拜。